伊就讲出学堂，出学堂教分做三十，一十三小，差不多一十三小，甲讲的声音，头啊十度的，重音的，中杂，轻柔的混合，尾啊十轻的，所以伊就出头啊十叫低，尾啊十叫轻，中杂叫低，所以天地人用中杂代表十二。代表咱今年的十二个月，三十六，一二三三十六，代表今年三百六十，哈、哦，代表今天三百六十，哈、哦，加上土中十七土水，土二十四日，可以揢楼土二十四日，应二十四日，揢出来两万三，合七十二日，叫应七十二号，哈、哦，但了后呢？一旦总结的雷达这事情，这事情咱的感情也逐渐累下来，所以这一天，这个多年上古经，一支琴上太经，哦，啊，所以这个多就涉及这些啦，就是走路，一头就上这几万个金刚，哦，啊，这两条线，一线就是雷，一线就是琴呢。所以咱古早的情人线，未成几条线，未成两条啊，现在嘛两条，现在嘛两条吼。所以用轻甲落，那么因为用这个轻甲落了后，经过伏羲经过了天地了后，哦，大概天三条，天地人本来是天地人，乜叫一条人？咁了了解。用五条，应摸应摸的，应摸的和五条，到了本号真正第二句王开始，以哀怨甲了本性，哦，啊到本号要发生真了本性，所以到尾啊这个情的线拢都切掉，叫做文武七言情，所以咱即卖现在应甲应归因。确定，好，所以从这以来，按照这个规则来讲，好，啊，所以红红，好，这边啊先接的是红红，啊，啊，红红在前，代表着这个气象非常的祥和，所以无论风平也好，红红也好，若无太平心的，无太平心的，这就出现，好，啊，所以边啊红红，这个就是好。好就是好，就是好，天好，好好的意思。所以好修行，在数年的内底，好修行，古修行，六修行，所以代表这两个修行的物件。所以也希望讲咱讲好法，好修行，哦，要培养的是一年，一年哈，一年，这卖一年有两件哈，那一年。无开嘴的，这个是念；有开嘴的，这个贪心，贪心，是啊。所以一念本来，一念要讲来真实我，一作念处，所以以卡地万能，所以所有魔作的障处，一念无障。啊，虽然一作念处，如果含苦、含灾、含法，这是三念相恶的。所以说人者无敌，人家无敌的平安。啊，所以第一年的行业用打八步，打八步。所以第一年的时候，一条一的是人，所以做不贵。所以打法，哦，对，人啊，火炉啦、灰心啦、拼啦啦、拼啦，不见得不贵，拢也卡得。好。但是呢，这个机灵呐是开水，顶管有这个姻缘代表日，好，代表日，等这盖咱人不能贪，所以伊已经，我头先讲伊那开水，加个困境就是叫做贪心，伊那贪心吼，伊讲贪心头嘛要食，好，安尼就对了吼，所以咱中国吼，这个空怖空怖。空怖的厝内，伊个门口，伊个迄个在边门口，
做做一只伊犁，但是分开要食伊，要食伊，他做伊一只伊犁，叫做贪心，贪心啦吼。伊就讲，伊就食有啦，世间的所有拢有伊的有啦，贪心头要来分落。迄个风度咧，各界的子孙人唔贪，啊，安尼对啦吼。所以这个伊犁是安尼啦吼。啊，所以若要甲讲下咱，我即摆就来讲伊的结果，同埋讲伊的这个伊的结果是有意义。所以因此呢，咱也是当好发这个要做的是呢，伊的心哪呢？咱也是当先修这个因缘因素，好，这是咱这个伊的这个修。哦，啊，这两边呢，完成这根路线做。关键这个路线做人家一贯的火化，好，一贯的火化。但是你关键这个路线做，那我一直让他吃起来，这个话题是说，他关键这个叫做两话都，好，那是今天聊的就那风水七方的，还是伏魔三的，一个讲话都这是七天的事。好，还是因为咱今日这两尊是咱古时落落两边的心象，金发之象，这个外象，这个外象，好、哦，所以是老母娘的心意，伊就先让咱去讲的带刀护命，所以带剑护命，袂使去掠外刀，掠外刀是气根的事，啊，所以关公无掠外刀，好、啊，跟鲁先做还是去保险。啊，我为了讲啊，鲁先生还不讲，你讲去过讲哦，和尚叫你哦，将天天上在叫，啊，所以讲鲁先生很健康，不很健全，其实天天上在忙那个叫叫，叫你自己讲，哦，人自然在问，问讲天龙啊，听讲你自己讲，也当天地之外转人头一样，鲁先生讲不一样啊，我是讲就当天地之外转人头。不光主笔，我嘛讲主笔，那讲肯定是外观人潮。伊讲我无你肯定讲这样啦。伊讲我是讲观三项：第一观贪欲，第二观心念，第三观烦恼。好，第一观贪欲，所以咱人今仔日讲开，也是要作大的这个啊，作为什么？哦，这个痛苦就是贪欲。所以讲的人间贪欲无限，吼、哦，一贪欲，所以贪欲爱等，第二就是等啊，第二就是等亲人。因为咱种的点在这个世间，有当一些一点的亲人，有关系的。就是讲，譬如我做这个比如，有当时啊，我食足的高丽巴掌，对身躯无啥感觉有好处，也无感觉还用。但是呢，一流是自己的作用。可能吼、哦，就爱吃去嘛，吼、哦，所以才讲了说呐，人人生啊，这个情作不一样。有人是要父母生咱，生咱是咱养；有人是要叫子女发扬强国，迄、那个囝永远是父母人。好、哦，我那个亲戚呐，有人是要伢子伢子的现在在。亲人是感激，有人家阿妈说话，亲人是感激。我阿做一单这个亲人来挖掉，咱亲人若不挖掉，后日啊咱死，会去甚至倒抓做兵荒，一口就要给你咬死。啊，阿做一单在化成这个亲人，啊，所以才讲讲第二段亲人，第三段烦恼，因为众生为什么有烦恼？因众生的烦恼，就是因为众生见着，众生见着，人苦为乐，人见我为我，人不祥为祥，人不正为正，所以众生老烦恼。好、哦，啊，所以烦恼无起，就先要人间的定论。好、哦，啊，所以祖先做含义是咧管三项，啊，希望咧大家都有这个智慧讲。也当转去三行，好、哦，这是一个地图讲，好、哦，安尼啦吼，咱这里在这里大海的意思咧，
咱这个六十四代祖师哈，也大家讲这嘛是咱一贯的咱今仔日咱家的这个文化，哈、哦，啊，比方讲咱这个一贯的是历代祖师有师祖，唔是迄个无私心的就对了哈、哦，所以咱这是有师的师传，啊，六十四代祖师。那要拢总介绍介绍，然后这一波介绍下了啊，每一个一个介绍一波介绍一下。好、哦，那么呢，咱今天就是讲，它简单它整体化，啊一寡重点来介绍一下，安尼就好啊吼。咱即阵叫做火气神龙，所以即阵叫做东方，哦，东方第一代祖师叫做火气神龙。啊，福气先生，啊，啊，因为咱有个人叫福气大德，啊，你为甚物叫做福气先生？哦，未成佛也是先生，哦，啊，所以咱拢叫做怎个叫做先生？凡是东方先生拢叫做先生，啊，所以第一代东方先生就是福气，第二这个是金龙天帝，啊，这个叫做圆满功德。这个叫做萧何辩解，这个叫做专上先生，叫做菩提。那么这五尊，我讲今仔我就讲一个因缘啦吼。当时黄秀敏黄立发委员带伊是人一个博士来到遐，我来讲先讲先对人解释。我现在个介绍讲，这个业界做做伊就搞讲啊，这种假啦，拢骗人个啦。哦，咱中国历史话拢人写啦，日本的话拢安尼做来啦，无自信啦。哦，迄个时我咧甲讲，其实啦吼，那日本的无自信，是我袂当甲你讲。遐个咱中国的历史讲这无自信，我袂肯定，我袂接受。好、哦，安尼啦吼，我讲我袂接受，这是咱的生命上底，但咱看不到遐。了解不到这，所以咱家家讲历史拢都讲我讲，讲起拢假，安尼啦吼。所以我来甲讲，我话啦，内心上不解平衡啦，我讲三句话啦，讲四卡，吼、哦，这我不可为害者，苦矣呀。讲这四卡，你不该甲阮害，你甲阮害，讲害到我，我害我就唔怕的，因为你一心都拢伫迄个。生下来人，你个风害太大，对不？哦，那有一日我大水顶起来，大雨飘出来，一去到，你那底下下面去发害人，那是不能的。好、哦，所以你要讲，生蛙不可故意害者，苦死呀！好、哦，这下场不可故意冰者，重死呀！夏天的虫，你要讲冰，伊讲我唔得，我唔办，迄冰先做啥？唔办。就亲像咱新加坡的杜清培转来台湾以前，伊讲啊，恁台湾气候安怎？我阮台湾真寒哦，伊穿寒衫哦，伊讲啊寒，生出来怎？我唔会晓甲讲。尾下我寒生出来怎？我要甲讲，哈，寒安怎寒？我唔敢，恁等下来去感受。因为等下一日寒，吼，寒得太好，吹气会烧汤，啊，牙齿会打架。恁今不寒了，牙齿会打架。哎呀，好这个话，这个也紧张啊！你就要讲也不会打架，也是提供啊，我反正换个其他的啦。所以你今晚哪边打，你拢讲过啦，换也不会打架，哈，反正就是换啦吼。所以我也是讲嘛呢，讲讲气象不可故意变的，重视呀；确实不可故意多加，所以讲，确实就是讲，这个受着正当教育。无咱中国文化传统的人，你甲讲道，伊讲我唔敢。所以教就是伊的教育唔够，安尼啦吼。所以我系讲咧，可能咱咧话朴素会听有啦吼，啊就同我就较无一直反对讲，即种假啦吼，安尼啦吼。啊所以安尼了，我来讲，讲自咱福气，啊到即个现地经过，差不多1100万，你甲1200。这个会比较1200年，那么这1200年的当中，无形中五行相生，所以五行相生。啊，所以咱中国为什么讲咱这边春天开始，
今年开始对对开始，春啊，春天开始，啊，所以春属木属金属土，所以春天望见树木就欣欣向荣，所以第一个性情，第一个这个历代祖师就对福气开始，所以福气叫做东方青地，东方青地，伊属东方青地。哦，啊，今年红衣上山，红天地一上木，木啊上茶，哦，啊，今年木木会生啥？木会生火，对无？木生火啊，所以木生火叫做神龙降地，也那是神龙降地叫做五谷王，所以呐，咱也去庙里看啊，五谷王，迄个面上红的迄个五谷王，也那面乌的叫做药王。药王，所以这个叫啥？这个叫做神龙四克克，啊，神龙四克克。现在知影讲东方独独，东方独独呀，所以伊嘛叫个大气，气旺大独，所以伊食东方食一个煞偏乌的，哦，啊，所以若要甲讲个，咱若去庙里看到，这个上乌面的就是叫做药王。好，接下来看到方面呢，就是五谷王。好，安尼就对了哈。啊，所以呢，这个阿怪为这尊廿七岁的，这是叫做五谷王。好，啊，阿是油草的，黑就是油王。啊，这个油安尼分别。好，阿那对伊啊，对伊中国记载是讲五谷王的，现在这个油王的速度是琉璃多的，琉璃多就透明的。靠近，所以吃种物件会看，会知影迄个气行到底。所以伊呾发现迄个药啊，吼，啊在要解救咱只百姓的迄个病苦，吼，啊所以伊国会来看，看甲迄个甘露啊，迄款药草啊，照着中国民保的，遐个作一个行行到底，讲行到尾椎，行到尾椎啦吼，尾椎。公鸡起鱼啊，当然啊，地地村。哦，一时安尼传说安尼讲啦吼，啊，有影无影，即咱唔知影啦吼。哦，安尼吼，所以即神农叫做养地，啊，啊，即木来会生啥？木来会生，啊，哦，火来会生啦，火会生土，所以乾卦叫五地，五行中央五一套上五，哦，所以乾卦叫五地，啊。一五地当然伊嘛发展足济啦吼，哦，而且咱大家其实较知影，所以咱即卖现在，咱现在人大家拢讲，咱个炎黄的子孙，炎帝甲五帝的子孙，炎黄的子孙，咱是对啊，传来安尼个哦，啊，所以五帝了啊，五土来会生啥？会生金，所以交互这个金天宇宙地地，好、哦。金会生水，所以专属叫天地，哈、哦，天地属火地，啊，所以叫做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啊，哦，安这个叫做五地，啊，到天到地，啊，这里呢地壳，啊，叫做土地，啊，叫做地壳啦，哈、哦，地壳这个就是哪呢？这就是这里一分。这个有孙，吼、哦，吼、哦，安尼五弟的孙呐、啊，吼、哦，五弟的孙，吼、哦，啊，过来就东辽，啊，啊，虞舜，吼、哦，啊，何故？这三个就是咱大家，咱一般人咧讲的三界公，啊，三界公咧在那个，到正月初九咧拜神，三拜三界公，三界公啊叫做三官大帝，啊。所以叫做尧舜禹，啊，尧舜禹。咱即摆即道，咱即摆即道吼，上天老母娘并三界公尧舜禹，甲咱地母求名先来挂号。所以咱即摆若要即道，迄个用天表文拢讲，即摆请三官大帝甲咱起天堂地母，起天堂挂号地母求名，就是讲三界公。三官大帝，所以尧舜禹就是咱正月初九礼拜三界公。那么因为呢，咱即摆咧讲，这个号做吉祥，即个对福气、甲金龙、天冠啊，这个消耗啊、转运
好，安尼对来到家，安尼这个高诶。那么呢，由这来甲介绍来讲，咱今日咱明白，这个咱中国诶道统，中国诶道统甲圣修明明中有五行相生甲相克，所以头啊相生运，尾啊相克运。尾也上色，所以咱中国的历史，咱若以人格人格看，咱啊，所以人讲，人迄是我最近看文书写讲安尼啦吼，因为人个眼光短，所以吼看袂远，所以阿个尤其目睭生个头前，所以拢有看别人，无看家己，所以证明咱做正，互咱自明，互咱自明啦。啊，就做正，互咱看，咱个家己讲，我到底是对个歹啊，对调歹，无对调，心情无安怎无？好，安尼吼，一旦以历史，互咱，因为咱拢无迄个智慧，所以咱无智慧，所以唔知影智慧，所以才用历史，互咱建造智慧，才互咱知影讲，到底这个叫做历史的精髓。起得衰，啊，福得衰，互人办。所以因此呢，甲做这个物件。所以咱来当依咱中国历史来甲看，安尼呢，自然会当讲五行相生甲相克。所以从这开始是相生，到转向，即相生。咱今麦来从点前看一四百岁甲都，啊，有岁甲。好来，咱一百岁吼，叫做万丈金莲。万丈金莲这个意思就是讲，咱去处现在三途苦途，咱自知自我欠运，吼，也去到受着人事一体，拢会当兼容连带各位，所以叫做万丈金莲。咱一百岁用莲花。做咱祖母的一个伊个迄个精神，咱祖母呢，会使讲伊咧修道是出污泥而不染，所以莲花就是讲出污泥无染，吼、哦。啊，所以这个莲花就是讲对迄个精神的所在，对庭院的地方安一个啦，吼、哦。啊，所以吼、哦，就表示讲咱的这个台湾就是对天。这个所在一个台，所以这个转向金莲吼，它内底水就是表示咱祖母的柔情，柔情啦。啊，因为吼、哦、有这个石头，这个石头叫做太湖的石头，太湖就是心探空的，所以也表示希望咱呢修学道，咱的心爱空，八面玲珑，什么水对这来拢会通。袂少将来就对啦，啊，袂讲吉平，吉平有空，吉平无空，本来就叫将来啦。所以咱这代表八面玲珑，所以八位艺术代表讲，咱希望就爱为像咱祖母心康八面玲珑，做咱祖母的这款的出污泥不染的精神，啊，也做咱祖母家己哦。水的修行，为了普度众生，实现一切，所以水基于德而呐，严苛而和善，啊，甚至呢，伊甘愿去受迄个污秽，啊，受迄个污秽，伊都会净化。所以咱呢，就像这个做是呢，属恶的这款情形。那么这文字，啊，这文字的属恶的心物，讲。苦海流，热海流，流来流去，过会着，应在苦海流。这段就是咧讲咱人人生，过去无得到以前，咱的人生就是这世间，咱像苦海地一直咧轮回，永远无人解脱。所以苦海是咧流，热海是咧流，一就是讲咱的环境，咱所做一切这个环境，哦，都一家因果的轮回，未得人，永远无得人解脱。所以一只城市咯，到现在三座坡度，所以才讲水金山架金洲，一贯发行四海运，处处得无咎。啊，咱现在上天慈悲，
站这个宝贵的台座，对金线失掉，这个宝贵的台座就做成金线，要做你看这生死苦海，加金酒，加金酒就讲加这种杀罪，咱今天就等拢金金嘛做的，比金嘛较贵吼，所以加金酒，吼，也是讲培养英文啦吼，培养英文上金嘛吼，所以加金酒一贯发扬出海。处处得无休，搁错过这个机会无啊！这个机会无，这都无收到。你讲后日要讲机会，这都收到无？这个一年啦吼，破破风尘，披罗衫，朱然冰霜天，划过千千万岭，车落滚转千万里，独守清规立标杆。吼、哦，这段就是讲咱师父呢，伊为着要传这个道，所以伊较早老大人。含坐牛车、爱兵车，啊，过去民国十外年迄个时阵，大陆敢有啥物汽车，敢有啥物哪有人去坐无？伊为着要传这个道，坐驴啊，坐马啊车，吼、哦，安尼就当讲，伫大陆安装片、招片，所有经过大陆大江南北，所以才讲破破风尘披罗衫，啊。披星戴月，吼、哦，出去救济多人，毋是？我著去恁遮咧讲互人听。较早我前几只出去传道，点传出出去传道，伊讲走一年袂等于到厝，走一年袂当等到厝。我较早吼，咱若话以迄阵啊，民国个七十年迄个时代，咱话是各位是台湾性能力。一个月四十个性能力，安尼一些包括咱做唔该干嘛吼？对遮开始是高阳，对台东、对花莲、对宜兰、对桃园、对新庄、对台北，安尼都四十个一个月。好，遮因讲四十当四十顿，但我四十顿，点饭做比如讲，我是点饭做，今日阿三你讲你要要做，好，我来你遐做。啊！即摆伊遐点点，即摆伊遐讲伊遐要做，换来伊遐点，讲开只鱼啊，开只鱼啊，吼！安尼坐一单工，拄点袂起到点，要起到遐来要起到，所以下日点袂起，所以一单就是正常。所以咱师父大家叫破破破破风尘披罗衫，所以为着要当要起到啊吼，所以披星戴月。就亲像讲，嘴巴用迄个露水的淡度，迄、那个淡来咧，来咧食嘴巴，吼、哦。所以披罗衫，朱然冰霜天，伊本来较真少，但是为着传道救人度人，即、这个变变拢变，头拢变，好、哦，朱罗迄个叫朱然冰霜朱罗天，吼、哦。划过千万岭，骑到滚转千万里，独守千规的标杆。这个独守千规的标杆，就是当时伊在大陆受着足大的考验。这个足大的考验就是讲，咱不管做啥，这些文化，这讲的啥？三场大课，三场大课。所以三场大课第一课就是考书。老多一个师尊听经的，师尊听经的这个千年课，所以这种百课，哦，所以迄阵啊，咱老多都就是讲，要死啦，啊，所以办个地主就来，买个地主就来，讲韩国哦，你做我师兄哦，对我实在是当拢地主咧，无可能啊，收到面头比较紧。啊我吼，足可惜，我迄一生吼无当食着肉，啊我即摆想要食肉，吼、哦，啊你大家发食食，是难等啊，买酒啊吼，吼、哦、呢，到时等等讲今日我来叫阿三，摕钱去买肉，去买三斤肉等来煮，啊是阿三，你较早人咧叫唔敢有会煮的无，讲到就安尼哦，那你就去买三斤肉等。啊，算啦，叫你去煮啊，煮嘞，你嘛来咱家来。迄个大家吼，都买几碗啦吼，啊，大家算算来见吼。就都未到这了，几条姑娘啦，啊，这我较早拢骗你嘞啦吼，那话实实是人真。
当初黑夜的时阵呢，大家拢听。那一听到头发唔上下，上帝老说说，你今天是在玩家。所以老说说那阵呢，人有两眼，有两看不出。第一个变大，还是讲变大呀？哈，他因为在搞发书架，你看搞的今天黑光把的结下，结把拢结了，都储存落位去了，嘛就这样，储存垮掉。从啊，随机发现讲啊，师傅，我今把你了晒吼，我今早来茅坑里吼，看见啊，我正来那里讲，你怎么讲？你怎么讲？他说还是无讲，因为这把大家讲讲的吼，老多都讲那，哎，今大家拢客套啊，哦，我今食吧，唔是真正做无好呢，是因为我恁有地位过，所以拢客套。将来咱子孙无食啦，靠得到。但是为着要和平别伤害，所以到来办公，你拢有天命，不然拢会犯错啊！对不对？所以民处呢，先是人的破绽，但是民完教书教导都是广东的传统，所以得处靠得和子孙，两全的子孙。第二张课本科是八卦五会。自尊自我，哈、哦，从上天到我的面，要来传授。所以本来自尊都有家庭啦，有某啊，有囝，但是上天慈悲，讲个怎啊？爱在这个时阵，三宝普度，三世佛教，都同归体，互互同修。所以自尊自我本来不是安国，所以到尾啊，上天都我。甲咱老祖宗、甲这个老祖，拢叫讲，拢叫讲，家人就来接受行啊无。所以到尾啊，咱老咱祖母咱要是上天都有安保命，无安保命，有安保的命，无安保的，是下天位啦吼。啊，所以这个时阵呢，传，所以传什么嘛？是科科学化科，多一点点科，第三科。天地人情的分量，天地在人情，这个叫做天地，这个叫做人情，好，这个分得清。啊，天地就是咱当时老师归空了后，啊，啊，一挂过去，对对，老师迄个大母叫做人情，好，啊，对对咱孙子母叫做天地，所以叫它分天地。所以当时要摆脱，吼、哦，咱都是输过的。但伊修道的时阵，伊就是入了这个清规，独修清规的标杆。所以伊做咱修道的，也是因为正确的标杆。所以咱先学习啥，先是咱静观，先是咱念佛，才算得到修道。好、哦，所以这个正确的，这个独修清规的标杆，都是前因为的诸多的出现。天万转锦绣一年，就上天啊花色变，看在多王天。这段是讲道前真火焰，道前真火焰就是讲民国五十八年，中国国民党中政府，根据中国国安局，甲这个做什么？这调查组，这边调查这块的，所以因此呢，各个部门。讲彻底要消灭一法的民国五十年，所以迄阵啊，阮在拜拜的吼，上班遐人民老爷遐就拢知影，去拜拜的吼，话来讲，咱老祖民人吼，啊，因遐个拜拜拢拜了先，结果工会决定的家遐个哪会拢输了了，民国五十年，中央政府要彻底消灭一法的，但是多有迄、那个有咱这个单主的囝。是这个经费中国是在做什么主任？假如看到这个公文吼，一听就了。他是单数的囝，所以对做不了解。所以伫迄个时阵，伊会当迄种公文发三日，迄种公文来讲，伊会当加三天，超过三天就犯法。所以伫迄个时阵，伊赶紧去甲这个张老先生报告，张老先生来啦，张国先生先生。所以甲张老先生报告，张老先生。听着安尼，赶紧叫韩老先生，哦，阿爸，我去看老先生，甲去甲老，去咱祖母遐，
既然如果要咱如果发现大家讨论一下，有人请求来，忙于什么管理，大家不要搞全部搞，公司嘛中央政府被小的彻底小的一贯的，所以这个简单就是我咱必要的很重，所以师父讲说没关系，你们放心回去，没关系啊哈，你们放心回去，没有事，没在事就对了，哦，啊所以这样也得不到那个结果。啊，所以迄时阵，伊遐等去，等去了后，苏某迄个人就准备好拜一万佛祖。一万佛祖，你想咧拜三千三公，一再三十五个去拜哦，是一颗、三颗、三颗安，一磕一个头安尼个，所以拜一万磕。拜家的时阵是要发愿，伊讲若真正呢，上天哦，求上天把我俩助庇。那政府要抓要关关就好，唔能关所有一般的地主，所以伊拉讲从今日开始我唔出门，家己连环两点，伊无出门，哦，啊所以拜一万卡了，啊唔知换水啊是白搭，安尼规身躯脏咯，到透早轮到伊个拜一万卡，哦，甲其中一个服务人员卡来看着，甲个查无，查无了吼。经过第三日，迄个时阵中央政府答，都叫上了后边的主任，讲你这种公文嘛，要发出一个哈，这种公文怎么无发出？所以公文无发出来了后，后边就足欢喜，就去找一下老母，甲咱师傅报告，讲哦，这种公文无发，可能咱就发觉还有生机啦吼，这是上天的旨意，啊，咱师傅讲过，没事就好，没事就好。那你们放心回去，无代志就好啦。恁放心等去，吼、哦，啊，等去了后要等去，迄个服务的服务师傅的平台，大家现在前辈讲，讲为什么今仔日安呢？吼、哦，大家讲这个原因，大家才讲哦，原来咱师傅就这款代志代志，伊来为着要咱兄弟姊妹做甘愿，要叫咱兄弟姊妹甘愿，当咱兄弟姊妹一样这个做，所以讲。连环转运数十年，求上天啊，换考验，求上天观考验啊，唔叻啊吼，唔通啊吼，叛徒多方便，叛徒大方大，吼、哦。哎，这把个万众央求哦，是咧天佑咱县长大人的气节哦，就是咱知道诶。一道去顶家，或者是迄个顺便将军的时间是少代志。完了，这帮人暗中两手吼，又以着这个节假，吼，诶，季节来形容咱这个秋的季节吼。因为节假是，吼，五花八门，就节假会，节假一点会啦，除了吼，你进社会无聊，迄个节假个时间，好安逸。啊，人食不困，你把这个阿罗神皮，伊都食去啊，这个气就是咱调的，所以就是咱身的吼，拄着一个病吼，咱的气血无济。啊，那么以中火，以中火来形容这个人的心，啊，因为中气为主的风，无奈最难千古独完君子。啊，这个是经过吼。最简单的家务的做法，爱的生气，但是迄个其他慢慢迄个缺乏，缺乏缺乏伊个坚固吼。中西制作百年不改大夫气，我咧中西来做大夫，是咧形容中国吼，伊经过迄、那个吼，迄、哦、冬天寒冷的迄地哦，改善来改，但咱伊上边除了中国长青，啊伊迄个心内底吼，我是上边的，所以。这个山啊，内底的真上天，吼、哦，咧形容咱旧道的气节，吼、哦，啊，甲咱的这个道心不变，吼、哦，那么伊依着这个瀑布的水吼，流向大海，流向大海，吼、哦，所以伊着依着这个中央石头，咱万种经验是依靠佛经，啊，只依着伊大自然的石头来咧形容这个旧道的气节。因为伊个七彩天经吼，伊是哦，迄、那个叫好水鱼
着头，你会当甲看有看。啊，本身就是两只个细只个石头了，个硬度无强个些。吼，你讲咱个心灯，虽然有你个环境，你是甲你甲你磨练，互我甲你摆设，互你家己迄个自信哦，慢慢长成个。吼啊，是咱迄个困，迄个逆境当中吼。所以他一直的就来了这个让这个有的这个走量的好的真的走量他一家的时候我们这个正感到的实现也将永恒的信心视为执行生活面的永远灯塔之设立必须有一地风雨不畏孤寂尽职单位的守护者来为发挥他的功效，引导在宁海宁静的环境，安全航向彼岸。我这个哦，来的你就来百年的这个祖魂哦，你的这个安康呢，咱这永恒的信心的彼岸，哎，这个首先呢，哎，首先哦，你的佛祖哦，大安祖哦，这个大莲花阳光大。先有一个灯塔设立在雨风雨当中，好的家庭内呢，灯塔里这个当然有优先，哦，依靠这个传输引起的目标来了。还有一个灯塔也设立哦，追求爱的雨风雨当中，哦，是这个自己的这个依托，啊，这个灯塔衬托。有能量啊，开始哦，前后多些，开始来做了，对吧？开始来将道路推展哦，这种进出三个的守护者，来发挥他灯塔的功效哦。以这个红桃花的时候呢，哦，来到这个这个发挥社，在咱这个工作的环境里面，尤其是咱这个以这个艺术带来。加的方面，它容易让我们迷惑。好、哦，阿飞，咱就会得了那唔是啊，依个咱这个骨灰咧，给咱设咱这个依靠，哦，来设咱的这个细节的这个这个这个规则。那那当时啊，咱就天天找无迄个在登记，在登记将来的迄个目标的方向。好、哦，阿飞。是这个万众仰视来对吼，华子开头的罗盖天，他说你华子来咱天池的红泥大概在这个范围里面，阿公非常抱歉吼，他因为乃在我后面指出他从来到会，所以他的收获会更加丰富，我爱华子。
众生的一个因素。哦，那么伊这个图片就是咧彰显讲，咱咧讲家住天下咯，唯有求得不容易。但是咱若要求主来扛打，咱无法度找的这条路，所以伊家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一个诸公所爱诸公吼，那位三朝辅助天下民族，这个天命的宝贵。啊，所以伊把这个千山万岭吼，星星吼，星星云云的众生，哎、啊，原来这番话的颜色是用蓝色的，蓝色加白色的搭配的。那其他的这些颜色吼、哦，是灰紫紫的，把咱这长得秃头，吼、哦，因为不同肤色、不同种族，吼、哦，原来好多拢感官的东西的，所以类似吼、哦，金三朝古树的这个含义。那么万众朝天，吼、哦，伊的这个书法啊，它依据咱吼老师的这个书法。啊，咱求得的这个目标，啊，来做相互辉映，所以把这三回来这的书籍衬托出，啊，咱这个，一句这条话来讲呢，做富富有功，这是一个武功，就是讲咱啊，尽量的福报，啊，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无受着名师来实际现行的话，就是亲像咱来讲呢。做家务代志，唔是由咱的本钱来做咱的主人翁，和咱的欲望来做主人翁。哦，啊，所以迄个失去，伊咱即个得失得了后，啊，受着一个终止。所以咱的目标，哦，就是即个咱的欲望的反应。所以当咱是曾经有段时间看到一个大学生，因为个手机，行动电脑，啊，去用酷的。这样性的强烈精度加重视，还是因为伊个哦人生的目标伊无垂直，啊哦有功来做主，没有让我们的本性做东家。哦，啊、所以咱老师啊曾经讲过话话，要马前进，一字万马奔腾。哦，就是讲说咱所有的成就，你所拥有的东西，你越尽量都清楚的听。一直在啊往前在奔跑，啊发现好像辉煌成大，哦，咱的成就将会咱的这个事业丰盛。但是当有一天你驻足回首，原来尘土飞扬，哦，就是讲咱有时一去进来了，你发现你所拥有的那是无修道，哦，无去经过修道的这个过程，你发现这一切。哦，伊就是亲像你尘土飞啊，就是你家己的感觉都挂满分土高了。我、啊、所以用这个万众朝天啊，形容讲咱的这个经过修道过程，就是咱九阴虽济，咱的本性变出来了，做我们的主人翁。我咱修的那个飘，还有干吼，是咱这个修行的这个漫长的过程吼，达到那个。最终的这个生一百次，哦，了终这个生死大事，哦，那么这个今天是大话吼，因为伊内底文字吼，有加在咱一目了然的咱去看吼，咱就用时间吼，所以吼，咱内底吼有七三尊，啊，七三尊就是尊弥勒佛，啊，一尊观世音菩萨，一尊释迦牟尼。这三尊佛像拢是这个檀木雕刻的，唔是土做的，也唔是玻璃签名的，也唔是迄个做房子的，这就叫做檀木雕刻。那么檀木雕刻咱认识不？这尊塔已经1600多年啊，1600多年，也这个关键可能甲这个老古建拢叫1600多年的寿命，哦，1600多年的寿命，所以这人讲。这三尊的佛像，那么今这个弥勒佛，也就是咱江天华跟咱一贯都有足密切的关系因缘，所以咱今日就是啥，咱今日就是弥勒佛江天华，弘忍普渡这个因缘，弘咱道母的忍来普渡三宝这个因缘，所以是江天华，伊即摆就是缘分，哦，所以每一弥勒佛缘分无，咱过去。
较早伫台湾未国好之前，咱若去到每一间庙，你就不拢伫后壁。到台湾国好了后，你就不主动拢请出来去头前。所以咱即马若去到每一间庙，你就不拢伫头前，就是叫现在你就不应允，是正确，吼、哦。啊，所以你就不应允正确了后呢，咱现在是这个江前怀祖父变成你祖师。啊，你也做出的思想就是一个一个就是大族，大族啦哈，伊的思想是大族，就是愿众生同乐。所以今仔日咱一贯道的地主得到了后，他在做爱食鱼食肉，主动伊就改造心，这是应着咱你也做出的这个思想，的这个因缘，所以因处也是主事，啊，这是也是弥陀佛也是在心的。是弥陀佛就是在心里啊，啊，所以咱现在现在，那是一般人的店面，一般人的迄个啊，做商品，你看拢是在心里啊。你若不，那不是假主意，我就派换当钱，要不就用这个什么拉货哈，吉祥的物件，伊就是呐，这标志拢伊就是在心里。那么到现在咱天都碰到这个英文。嘛是真正是现在，这个时代叫做什么时代？叫做金钱的世界。咱即卖现在就是叫金钱的世界，目睭飞金就爱钱。咱若古早伫咱老爸老母伊迄个年代，无钱无要紧，无钱会过瘾。咱即卖无钱会过瘾呢？电脑也爱钱，水也爱钱，啥物啦拢爱钱。较早无啊，较早唔了，你无钱无我无电脑买打油来点火尔，哦。啊茶了要煮饭来烧炉啊，对咱客家话来说是尿炉，希望是即摆用水就水用咩啊？所以咱到即摆现在是叫做金钱的时代，嘛是金钱的世界。所以咱现在真正念力好英文，哦，这是咱念力好英文。这为什么这我来用这个所在用观世音菩萨跟咱这个老师？因为观世音菩萨伊是大慈大智救闻声救苦。的一个性质，哦，啊，所以因观世音菩萨接触来应允做咱老祖师，就是灭佛的心愿，所以有相得十二大，相得十二，所以因此呢，大部分咱信达的人，各位各位人讲，家家观世音，何何阿弥陀，所以咱是咱观世音菩萨，伊嘛是哪呢？嘛是咱现在别人应允相得观的祖师。所以咱过去常在讲三世不染，三世莫结，这个结束来临啊，拢叫咱就赶紧修行。但是为什么咱生活即卖四十几年话讲啊，无法结束啊，这唔对，迄些国家拢在甲咱骗，是啥意思？因为关键无法大行大义，所以伊呢，咱若有一分的心，伊就甲咱化十分的债；有一分的心听好，伊就甲咱化十分的债。所以伊就修先来化债，哦，啊，所以因此讲，我们现在修到样子嘛，会当做愈济人，互咱多修功德些，咱就这个因呢，功德愈济，啊，咱的这个善业就愈无尽，哦，伊咱要修到会成果带成效。当然，早早接触过来做菜，咱大家讲较歹听，修到无，咱大家会当成果。所以关键我们大家接触真正化做数。好、哦，所以依然这个所在基本空旷，就大家讲我这是完全的空白。好、哦，啊，这边就是咱接空老师，接空老师的基础见闻江河华的读书，所以也江河华大，所以这尊多传万国九州，就是咱接空老师见闻的时阵。好、哦，啊，所以这个见闻的时阵，咱现在大家修行。会当同样来接到这个大哥，就是讲咱济公老师借着这个天命来开咱这个玄关，让咱大家当上师生是好害。这样是咱这么简单这个应用。那么因为呢，咱为什么咱当用三个在问我？为什么咱这不用咱的三性？就是讲一理之外，咱来以三性就讲，他不要讲了，咱以念做主，属尊属末啊，安尼呢就是咱三性。但是阿里之外，咱袂唔捌，咱系无可能。阿里学在第三，阿里第一就是互人轻易，会当了解讲哦。咱今日接到
好，阿来到这个所在是第三位。咱一般世间人上界经一般，阿上界清净的善佛菩萨。但咱今大家咧拜佛，咱今大家好法，你就做出个大多力量，包容啦吼。阿做观世佛，拜观世佛的，爱好法观世佛的大慈大悲。好，今呐拜世公老师，爱好法咱世公老师听得戒定。行道亦复度，这是从咱现代好发的啦吼。啊，所以咱看到咧摆到五行中，伊就保庇我，吼、哦、啊，伊就保庇我，我安怎，我安怎。咱现代大夫过来也要好发伊的天数，所以咱拜伊就多说，你也不咱好发伊的迄个保养，吼、哦。所以咱这个人脑心胸有空法会当保养，那安尼呢，咱就快乐。好，今日好好咱关心菩萨的这番闻声救苦，啊，大慈大悲这番精神，然后你就讲，什么人咱学好，大家咱嘛学好，众生拢该自如来佛前，大家来学来，哦，啊，恁哪会当好好咱戒功老师，啊，会当精得戒的，救人度人，这是咱大家的责任甲使命，哦，所以这三尊会拜看的这个。演完，但是呢，对东条开始以后就上克，上克五行，上克倒病了，所以东条属土，东土咱古代人讲唐土，唐土东土，东条属土，哦，啊东条属土，啊土去哦，宋条，东条去宋条变，啊宋属木，木克土。木切土啦，吼、哦，宋朝属木，吼、哦，啊，宋朝有影属木个赵匡胤，伊一支武器叫做铁戒律棍，伊无拿刀也无拿长枪，拢无一支戒律棍，所以赵匡胤伊个称属木，所以伊拿一支戒律棍嘛属木，所以人讲赵匡胤一支锤打遍天下，打遍天下，所以伊建迄个国家，就是一支戒律棍得来。好，所以是属木，啊，所以宋朝的皇帝拢穿青，一宋朝的皇帝拢穿黄，一黄属土，啊，青属木，所以木克土，所以宋朝去有宋朝变，啊，宋朝去有对朝变，和元朝变，一元朝，恁看到来咧看他这读册，拢讲七十几，八十斤，好。哦，啊，甲归是宋朝啊，哦，啊，金兵是元朝啊，哦，啊，所以元朝就叫这个宋，叫宋朝，哦，所以这个是呢，咱这个宋朝就叫元朝变，哦，啊，元朝，哦，元朝叫做朝变，和明朝变，一明属火，啊，火克金，哦，啊，这个明朝叫这个做什么呢？叫清朝变，啊清属水，啊水属火，啊清朝叫中华民国变，啊中华民国属土，啊土属水。哦，啊那无讲个清朝这个国家这大，国父这个人起义，那系情况。啊国父这个人起义，伊家己也是，也是那呢，也是中山，哦也是中山呐、啊，中山就是下山呢，哦对不哦，啊山属土啊。哦，对不对？吼、哦，那土克水啊，所以人讲兵来将挡，啊水来土养。哦，啊所以中华民国就是克就是清朝。哦，安尼嘛无，看到人家这边这样要抬到，可能人讲一个国家叫一个人变。哦，啊所以这就是五行相克。那么五行相克，有影这个五行相克无？确实嘛有影。所以这是我看古册，即摆抄的古册啊，吼、哦！伊就讲当时东条李世民在去，在去京东，在去京东啊，吼、哦！李世民京东伊派这个做一些呢，不治疆，啊派这个技术部，要挂水拢无效，要挂水拢无效啦，水拢浸袂赢啦，哦，啊就来找东找西医去。那四云贵就白虎星来转世，一介所贵是青龙神来转世，一青龙惊白虎，
各个地方出青龙，啊，青龙属木，得地方属金，哦，啊，所以因此呢，四阴贵金金就对了，哦，啊，就四阴贵金丹，啊，四阴贵金色也是，因为四阴贵金色伊是白虎青，得伊金色属金，所以伊受金气所帅，可以帅到，啊，所以到白虎关。四年是四年白虎关，这是伊的绝地，伊的绝地啦，哦，啊，所以伊到遐四年白虎关，所以四年为精色，但是要精色爱重，爱四年重，啊，四年重是甚物青来转的？金牛青，咱天顶就叶青叫做金牛青，金牛青来转的叫四年重，啊，因为金牛青金是五金之首。五金的金嘛为重为首啊，所以伊来金色得到迄个金字的做金字该做，吼、哦、啊，所以伊四金等于金色爱得到含泪化来做，啊无伊嘛金的呀，所以到尾啊含泪化做四金丹，现在大家拢知影嘛吼，哦安尼吼，啊沟通扫把。要扫把就叫路通气，若无路通气，白扫袂扫袂平。一百公斤不属水，一路通四维属路属土，所以水气、土气啊，水就掂啦。吼、哦、啊，所以这就是咱中国古代一款过去古天的写，啥物人挂在这底下做，因为这前辈是遮。吼、哦、啊，所以明明叫我今天起起来讲，就是咧证明讲今咱天道这个经文嘛是确实。应这个问题，应这个问题，所以到现在，哦，到现在，自然中咱世界吼，自地而造成的十九世纪，十九世纪都行于西方的应用，十九世纪行于西方的应用，所以咱较早伫十九世纪是用咱中国人的应用，所以咱中国人就是呐，咱中国就强调。所有的一挂只其他的民族拢爱来挑拨，但是到十九世纪，加入西方的影响，所以开始西方人工业的发达，农业的改进，工业的发达，所以迄个时阵呢，哦，应该讲，迄是哪一，迄是一个推论啦吼。那你应该讲，当时十九世纪就是爱英国人统治起来，哦，所以英国那叫做。还在那国不落入的国家了，哦，入落，哦，入不落国的国家了，哦，所以现在讲是英国的英文，但是英国伊吃得了那个道德，所以用阿片践踏中国人，所以到尾啊，伊的运袂当得到那个证，所以啊，转入美国的，哦，啊，所以简单的一挂科技的物件拢英文，哦，工业革命拢是英国来啊，哦。所以其实讲啊，到现在咱到现在嘛，拢叫做美国西方的英文，吼、哦、啊！迄时咧，大家都咧讲未来是21世纪把咱中国人的英文啦，吼、哦，也希望讲，当然咱中国人英文嘛，是讲咱要去侵犯人的天下，就是因为咱有咱中国人的英文，就是这个道统要传遍天下，这个大国要传遍天下，所以咱今日这个时代的英文，咱大家要安尼比较了解。哦，先来讲为什么咱即摆来讲现代史？现代史就是讲咱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打中国，伊自台北开始落花桥嘛，吼、哦，自台北开始就来打，安怎势如破竹？所以在东北属于木，啊，日本人是东面。当然伊嘛属木，所以日本人爱困榻榻米，爱困木做诶厝，爱穿木屐，哦，啊，因诶物件拢爱木，所以因日本人本就属木，啊，佫爱木，所以伊一木起诶做房，所以人讲，伊一是木叫做木，两木叫做林，三木叫做心，哦，伊爱木，啊，佫木做房，啊，佫伊他大约当当诶。这个气势吼，会使讲上多，所以其他大约蛋白势如破竹。但是呢，会到底拍到就拍到中间，
拍到中心拍到这边，中心是咱中国的半岛，叫做西川，叫做西川。好，啊西川这就有金市啊，啊金就切落来，所以叫它北京。到四川啊，到遐就有这边啊，所以因此呢，伊到四川就到这边，无法度来过这边。好，尤其伊到尾啊，一头是印度，甲到遐美国。参加了第三次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好、哦，迄个时阵呢，美国就投降了，因为金缺乏，金嘛缺乏，哦，所以这就是讲现代素养哦。第二，我讲搁较现代，就亲像讲美国人去越南，啊，美国人去越南，那美国来讲，美国的科技甲伊的人员去越南当时，或者是按讲三个月就去干，美国变成。唔但讲去到遐三年，四三十外万个美军，搁开三千几亿个美金，无啊多，一寡飞机武器去到地方应用武用武器的，所以到尾啊，美军去了伫越南是吞口刀的去登去的。那么为什么伊去越南会遐变啊差？原因就是因为越南社会，所以咱讲越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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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越南会越强。所以这个危机我好比较给他应用不用不起的、哦、所以到未来他就无法度打这个叫美军总管人企业这个上切的这个军那么如果再说来说越南当时打美军他想拿这样我不能不听代表的话他就不听代表的话所以不听代表的话邓小平跟我说叫四川的兵打台湾人一礼拜放到荷兰四十米，所以到尾阵啊，跟越南的总统导航，讲好听你的话。所以他为什么代表他越南？越南会遐紧的导航，伊是代表属土，他越南属火。啊，请土老火烧火地震，地震啊！啊，土老火烧火地震，他的功用呢？所以伊越南如果拍赢了，哦，所以迄就是讲上切的这个运。所以咱今日爱知讲这个天地宇宙冥冥中，咱天道应运到今仔日，这嘛是一个运啊。若无这个运，咱无法度。哦，啊，当然我讲的安尼了后，今仔换迄个，他都来讲迄个国术啊。伊就我嘛讲，安尼咱台湾就大约拍是蛮顺。哈，不过这道理你自己听哈，哎，安尼唔好。你个意思啦吼，啊，阿你讲，伊嘛问我咧，讲伊这么听了，我讲了，伊就讲，爷阿你不错哩吼，所以就话讲，阿人喺大陆就大陆拍片做，哈，对个，啊，阿你吼，你个意思就好啦。好，阿你今麦吼，都开始点灯看者，阿开始开始点点点者，阿都有图案的吼，阿都有图案的，阿都有文化的啦吼，阿带者阿都来带教来。好啦，你这来哈，咱两边的这个桥啊哈，你这边先看啊，这边的桥啊叫大都四索基隆虹桥顺雾通文物空运文物干毛倒霉西南快进松，啊，这边叫地梁玉环各路座种种诸列江古仙河新发接变千文地形万八的啊。啊，这就是讲咱的道统的渊源，啊，这边就咱地统的渊源系统，所以从咱北洋的盘开始，所以叫做系统，叫做道统，好、哦，好、哦，安尼吼，咱从北洋开始，哦，所以继续做，从种树的江枯仙河，这是一个讲多数，但是我们系统是从这样来的，哦，安尼吼。呀，立定这两对哈，后边这两对，这边义正言顺，福报高明，尊亲贵贱，这边嘛叫和中为道，福门有内，孝顺大人。啊，这两枝条啊，这个叫做义和，啊，义正言顺嘛哈。啊，所以咱人呐，咱来讲是啊，义有正言有信，那安尼真正就是会当。配合天地，所以托付就是配地，高明就是配天，尊亲尊亲尊亲就是啥？尊亲就是要尊敬咱的祖宗祖母，这叫咱讲亲。
的瞬间。他因为呢，何中佛道，何中佛道呢，就是法空供养的。何中佛道，何就是中和，哦，那你当中和在这个经济刚才当休息，哦，解和中和天府中和天的阴阳嘛不用的，所以何中佛道，爱在当佛道，啊，不无用的，哦，中处当机，哦，那。其实讲开，要出一件事情看，嘛是咱盖房子的就当唔着。好，后来啊，你嘛就去抓来。即年天地合一，即鬼神是无极以无间。即年是我合年，即地诸神是不歇以自然。所以呐，即两句你来捌，安尼你就知天地一个真数。好，所以天地合一。今日天地合一结，伊是我合一名，伊数字合一数，伊归是合一结种。那安尼呢？咱来当叫天地合一，大地上一归是无极，啊，一归是无极。现在三德佛陀三句话叫，归是拢甲咱显化做到，所以一归是无极。那安尼一归啥天地？你唔系去记起啦？因为咱中央甲你讲嘛吼，即几年是无比时时间，吼、哦，啊，这也是我合并，就是讲咱祖母、祖尊上帝、祖母上我，是我合并。咱是中央甲咱讲，即地必出圣人而不歇，即大地出圣人而能歇，所以自孔子到现在，大圣人都是八地，所以咱也是能歇，所以即地出圣而不歇。是一点点，你也知影讲，这个人是喜欢，你不合理。好，这是咱这个在台的来讲。各位先生哦，你这番话是万有归宗，还是咧形容咱老祖先、老祖出的这个天命的宝贵哦？但是咱老祖出的方圆内底，伊甲这个这番话内底万有归宗，伊是寡。这三股吼，伊内底个精神吼，加在一个空间，所以咱有句话讲“虚怀若谷，虚怀若谷”吼，伊就是咧形容这个空间，因为它的容量吼，伊的容量它包容千山万水，啊，伊一万多花拢伊就是吼，大爱不解释，所以讲心之大，吼，伊就是把这所有的好料吼。密密麻麻一排的河流，伊拢归入大海了。就是咱这个，咱老祖师伊这代吼，这个领着这个江天华的使命。那么伊因为咱这个这样保持，吼，系这个天命。那么是咱老祖师的名量家人来的，因为咱归属啊，咱应该形容咱名量祖师，伊是吼这代是树中。所以在树洞的当中，哦，是咱修房子的背景。当然，还佫有咱的一挂逆境，哦，一挂不如意的这个的事情，哦，是咱修房子的过程，伊拢会去这个做面对。所以，其他是一挂哦，万流归宗的来者，就咱弥勒佛的一挂的是在挫折中不忘放弃，哦，是在挫折的当中。咱会当去看讲，即摆咱继续返来哦，曾经伫咱头一回讲咱今年继续返来，就是咱精神建立了。啊，因为即个精神建设的成长过程当中哦，咱会当看讲咱得天独厚哦，伫即个哦精神有变化的当中，啊，咱即个精神的建设，伊从伫真侪困难当中哦。伊慢慢成长，他一路走过来吼，咱发现讲，咱从这个弥勒家园的成立，啊，咱这个精神的建设，伊已经过百十几年吼，咱祖孙老大人来运转，吼，伊讲，吼，众人一座大佛塔，用善的，但是咱他经过这五六年来建设。咱较常去大会，哦啊，
进正是咱性德啊，这个变质了，因为咱性德的变质，伊伫这个这个重要的方面，互咱是会使讲言语性自在发挥这最大的功用，所以伊呐是讲伊咱情操以上的人才，那是用数字加换算，是加出三月来讲。咱一个人爱承担的话，就这个产业。那么在这个这么困难的当中，咱会当去讲放下些自己嘛，以一个诚心、上进的心哦，会当去应对这一挂，在挫折中不忘上进。所以咱性格第二要回过头来看，人家咱自身的现实有哪里有哪。所以咱当时说，咱所做诶新闻，拢是在抗战之中，你要再继续上进，在失败之中吼，不忘坚强。因为每一个人拢会去拄着失败之中，所以因为伫互咱诶即个建设诶过程当中，曾经心理上是有失败过，所以伫即个建设诶过程，咱即阵是会使讲。抓着拐杖，啊，去到迄个上监管的当中，咱就开口讲，其实咱有坚强的信念吼，伊到我所拉唔起吧，啊，伫这个无好的环境，伊慢慢在继续成长，啊，因为伫这个健身的环当中啊，咱虽然是讲在这个硬体的建设的时间的方面吼，也是紧张啊，紧，啊，是个关系，但是从这个。这个造型方面，还有其中的文化，的不离不离出去，培训他修办到的一个智慧的累积，他有说，来进行平衡性的造塔，这个庄严的造塔，所以从他里来引进这个时空，咱是失败当中，这个坚强的心，你好，继续来个发挥，咱的造型吼，把这个造掉。动作这个变化，是充分之中，咱会当唔通袂记咱个坚持。所以，互我常常咧感受讲，伊对老祖做个这个风韵吼，伫咱修习个过程当中，唔通只互我做比较体会。所以，互我是得天独厚，因为咱去考本遐建设这个历史，咱来我当年个参观，还有互我家己。是从民国七十几年就在阿平乡投入造厂了，是阿个我是咱前面的主笔，所以讲在这个穷困当中不忘坚持这个使命，有珍贵这样的包容。所以我曾经吼，在这个口头上有行过这个普通语，因为这个普通语是影响咱人的这些个生活方面，所以呢，咱前面要包容咱这个在的主笔。把咱包容大方，到处来体验新鲜，互咱，咱原来咱这个歹的习惯是经过前辈教给咱包容大方，互咱来成长了。你第一个时阵接受一个，前面来做资料，原来咱有当，有这个成长的空间的时候，前辈就会提拔，也包容。所以他这个虚怀若谷的，是咱做出一些话，讲咱唔通有这个宗教的歧视的，讲咱习惯到是一个高高在上啦，是一个我们常讲不得的宗教。咱若是安尼想，会把这个老祖宗与这个三者合作相前挂这个宿命给弥撒掉。所以因为咱。咱就是讲，会当是是互相包容，互相支持，咱较慢慢行，但所以这个平时的心吼，就是继续前进。那么是艰难之中不忘的表现，这个是咱大家是基本的正常的这个环境吼，那么是大方哦，这个继续的付出。所以每一个人的工作环境无大方。这个了我的心里忙得赶快，一直的他的身体来说了我的心情，因为我们都了我们把作用，其实我们
与老母同在，阿弥陀超会了完的这个过程，人时啊，咱无法度达到咱原来目标。咱有苦恼之中，不无烦恼，吼、哦，就是讲，咱是伫这个修修行的心境，互咱的心在清净的时阵，咱嘛唔通讲，唔通下心讲咱即个结果是会到，互咱来增加的，吼、哦，这个。安宁乐道，吼、哦，是咱食贫困的环境，你会当玩乐，当快乐。是咱分居之中不忘同居，吼、哦，就是说，亲像咱的道路已经走向前走，大家很多修得的心，很多修得的，吼、哦，伊嘛拢赶快的上来，吼、哦，把咱分享咱这个现成的庄严嘛，所以。伊伫即个不同的宗教，咱也用着爱惜的心。你看，别人无我受着即个大道的宝贵，吼，来伊，吼，来伊先明白。啊，所以讲，咱也是不同的宗教，伊转换的即个包容心，吼、哦，你就有法度伫，吼、哦，每一个宗教伊即个心中的过程，咱袂去排斥，所以咱唔能去谈论。其他宗教也是的树灰，而是咱不管宗教是大家拢普遍不信，啊，因为不管不同的这个成长环境，啊，个学习的这个法门哦，以及从这个分歧之中产生同一个目标，啊，所以在这个社会之中不管忏悔，这是圣人曾经把咱。讲的啊，咱老师讲，再大的过错，也不过一个真心的忏悔。哦，咱真心的忏悔哦，太难哦，像咱过去的业障气哦，把它化解掉。所以圣老曾经讲，那吉凶毁灭，生不动则已。就是讲，这个升温，阿拉乡的升温哦，伊的伊的升温最有鬼。就是对抗灭啊，三心嘛，生不动则灭。啊，迄个吝啬的成分，哦，以三心灭中的成分，啊，吉凶毁灭，生不动则灭。所以咱是历经以来三心做的对，拄啊是咱在抗灭的当中，靠嘛落去，啊，抗灭成心嘛。所以因为在我们的这个修道的过程哦，因为我是对于科学的环境起来，哦，所以讲，咱是老早做方面来说吼，咱修得了，我是跨过去去开定，跨过去成功去开定去了。但是已经去到开定，它无红绿灯，它无下灯光，但那有星光在海岸。啊，所以伫迄阵的当中，华从。发现出来不如抓自己开心仰天长啸的心，来去稳量，他投入在老虎的怀抱。他说：“有一日，拄仔有看海过，看到迄个，迄个咱做个做吼，是真厉害啊！因为圣人甲咱讲，咱的这个风景吼，是本来是好美的，但是你投入另外一个环境，也是污染。所以你话，当时有一颗爱环境。”那么你去课外了后，咱特别多的心情就慢慢去踏实。所以你也安静一个心理的时机，把这个床啊抓完，然后把一张放了海底一下，伊等你修拉起来时，就是所有的伊啊的，只要下些规则呢，拢万事万中。不下些规则呢，伊原来的像那毛细啊，那拢掉万事万啦。啊，咱最主要的目标是啥呢？这个一类那做得来，其他的种类，其实一家一家的发表都造成大害嘛。社会一样嘛，社会负担，所以就用这个方法，用这个大体做，是用个人情的那气氛，造成大体做，啊，把那个房啊就拆掉，啊，把厕所也拆。啊，都提个，迄水银啊，咧甲说，伊个水银规个，规个啥物事啊，无我来倒水了，啊，甲提去说，啊，伊个房啊，块水银大块的，啊，啊。
一种的目标。啊，咱从啊修身了，从啊所处生态的环境，啊，咱就往哪想，往哪去准备，唔当错。我那是我工作在的是，挣钱比较好，发展生意是安尼啊。你在哪工作？你管我开点啊，这个环境。真正咱无法度从迄个风水啊来看。啊，所以啊，当天除非咱修成了，你的环境，啊，当到讲，哎，啊，咱进出的处进货的，哎，你得来进来环境，你还是感到很简单，只要享受一个大自然的环境。所以咱就讲，那唔是咱多做嘢，还是得迄个善处的心吼，哦，可能有一个，一个不修禅定不断烦恼，但是咱应该有处理一个。哦，伊一个初发心就不是众生用，所以修断自心是这个环境。所以我较是伫咱生来的环境哦，慢慢感受咱迄个中枢哦，迄个风土的环境。所以伫咱的环境哦，也毋是听到阮三三五食素之后，是因为最后的诶迄个气温的升级，诶拄啊是一处，一般的。了是个贵贱，就是伫当初迄个、迄、那个贵贱，我安那哦，当初遐侪，就是伫迄、迄年，还在秋大迄年个冬天，就要把那个头骨拿回来，他就要要修修起来，要离开那个环境。但是迄间就上上海厝边有一条好无事，啊条好无事吼，是你家己后些嘛新买厝，啊后些嘛讲到现在就是咧，这里故宫，我现在是啊，出来个两个，等于两个，人阿哥在做打算，阿一当时我那是两个，前期一当两个到东西不够成本，阿哥两个会两存得个，这两存得来吼，他想花钱嘛，嘛我都担心咧，总之我嘛我都把你收住啊，讲这个孩子是花酒。啊，叫太太去甲做出做汤，过较早的习惯，啊，汤起就真煮好。你讲放下习惯就是迄个，咱的主人拢已经走了，所以就感觉讲囡仔来做饭太太，太太来伊阿汤煮好，啊太太讲哎，奇怪，你今早起早，起拢看到阿奶无来，我哎，我想着我太太刚刚。这个气功无得教嘞，太太讲啊，我气功无得教，调水煮嘞，他就是爱爱念的这个煮的气功太无得，你若无穿长裤，你都不会。哦，啊，其他会是功夫，这部位是翻二八后背，啊，我是迄个四川的环境，嘛无可能讲有阿太太讲无得教吃素食。啊，我阿个可能阿个平常安尼点点个来练功课，啊，伊伊就有阿个平时。往内要求，就是我曾经讲过的，我会要求他去认真。他说：“太太，我那么想做这个，他就是我好难答应，我就是当回事嘛。但是你无看我自己的决定，他就安尼一步一步来啦，开始做，下个月想做，开始修的这个过程。那么当然，这个过程就是讲，咱做的这个作业就是在忏悔当中，当然你在静心。”透过一路的过程，你有特别的诶，这个新闻，所以等下去超市咧做工过迄个什么公车，迄个沙丘书店，我走去迄个看他，还讲礼拜天到了后，我就分期啊，就送去迄个幼儿园，他是我家正快这个头前这个腿的中间的，他已经是。哇，本来就上去就拢搞掉，我头啊，伊我发现讲，迄只客人他上去了，上去讲我即阵啊打起来，拢无啥用，真个就是讲甲迄个，迄间医生拢无伫个，有迄个住院的医师，但是到我啦，我都发现我是去看啦，爱来看看讲我的头发比较短，我那个来去做诊。啊，所以就开始个，从这个人家出发的起点，啊，是咧摆动作，啊，是咧摆动作，咧是这方面咧，只偏起哦，啊，膝盖的部分咧半弯，也得控制得高，啊，就也得做弯高位，啊，再来去操作的过程，咱就要做会当然
哦，你个忏悔，你求忏悔的，那个事就好成就无啦。啊，到迄阵咱就拄啊吃卫生啊，啊看人健身，啊咱就感觉咱找遐有对哦。啊，这个忏悔的机会你来啷做？也是他是拢在跪落来拜。啊，结果咱之前过话，我也在那跪落来拜吼，一卡住我就跑，啊啊，他跪落来，真正他跪落来，我拄啊在哭。我的眼光看到我的后面，我的脚有在垂下在关心边啊。啊，迄阵一个念头，心念是我生下的念头，就是咱过去做的做的吼。啊，过去做的时候，我小孩时我在关心伊在，伊表情我，啊，叫其他吼，伊拢甲这样个其他一个大腿折断，他才有一个迄个姿势啊。啊，伊是。见着上坡，无用鱼坡啊，用手一打，他只会破竹筒子，也许伊只打起来，佫个疼，也无可能伊就切。啊，所以咱就是讲，毋是按食两食，无处处，好啊。加即个啊，规路咧见江咧看到咧，就爱我两只脚拄啊上咧，生活就是按长期涂骹咧走迄个情况。啊，这个情况就是跨起了。就是迄个人暗时啊，咧用餐的时阵，哦，遐个情况遐小便五十六岁就先靠送去啦。所以讲我唔捌食过青蛙，我唔知影种情况。所以是讲，啊，我较讲着青蛙，我想着我难忘。我咧现今迄阵咧看的迄个叫青蛙的情况，我感觉哦，啊，咱个是看我反正在遮讲，你家所有的做，你要想想我条件。啊！甲三天雕塑，啊！当时我真有想要来做啊，还有做着啊，其他他一份，啊，其他其他个啊，人家从前个做个我啊，从今个做个各个头壳个做起个三份，啊，你脚个这个折断，脚受伤吼，个这个受伤新闻，啊，所以看到我在照会之中吼，你唔看我个新闻，你唔忙，你唔忙个吼，讲出一个头壳了嘛，能够做新个一个经济个。所以咱非常难得的是，咱都是一种哦，讲嘛，好看，好看，好看的曲线哦，放下到那看的，我坐在这个都在讲的啊。要么是你这个哦，凡事之中不忘初心，哦，家己这个从心的必要的哦，还是好德之中不忘初心。因为都假料，可得可得，亦可记得。所以现在万有归宗吼，是和他的天文学精神，是可以直接的化作的。哦，他们那各位大的吼，大的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吼，记载的，记住这个万有归宗跟老多数，这个很多。现在重点在介绍了案例。哦，因为那个介绍对联吼，哦，按这我着去做一个咱这对联吼，在对联中这两对对联吼，就是有咱的根源，这两对有咱的根源，有新的甲咱结合吼。啊，所以这边是新儒文正宗底下语言工商文艺片天下，吼，啊，这边是第三线为文化上科学不归道地。乾坤，哦，这是对联的这个叫做配对，哈、哦，它可以反映你那个心意，哦，安尼，哦，啊，恁即摆呢，即摆这个这边这边叫做新儒文正宗，咱即摆就是儒家印文三级目贴，白平阳普陀这段时间叫儒家印文，所以儒家印文咱这边这都唔免出家做和尚练功，唔免苦修苦练，所以这是儒家印印。咱会当大家结合，大家修道，大家分学习，吼、哦、啊！所以这个是儒文，吼、哦、啊！儒文即个就是正宗这些语言，咱讲的是这个大道是正宗，不是唐书，不是无道统的，不是无宗书的，人讲正宗的对啦，吼、哦！正宗咱物件啦，纯粹由迄个地方出来，讲做正，叫做正宗，正宗的啦，吼、哦，不是对方位起来。起来膜拜，所以咱就是正宗的哦。咱即摆现在儒文，这个时阵是正宗的，
哦，啊，这个大乘普传的体质，你今日世间哦，异形啊，异形就是在讲，哎呀，这众生咱这些人，咱众生的利益性，执着就是几，就是几有几的，哦，所以理解一下，就讲按照有道理、有这个有规矩的代志，按照道德仁义执着，都叫做几的。道德仁义，所以咱今日这个讲话要用哪话？咱呐依照道德为依归，这个是仁义。好、哦，所以人讲礼貌仁义哦，就是讲正当的行为，这个是仁义。所以仁义公常伦理偏偏下，所以今日三字一文如道一文，就是要推偏这个公常伦理，讲堂伦理咧，因为咱中国。本来古代就是公常伦理，吼、哦，这是呢意识。一旦是到现在，因为世间拢是追求着科技，啊，追求着这个叫功名，啊，所以把公常伦理这个物件全部无去啊。啊，公就是三公，常就是五常，吼、哦，一种啊三公五常合在叫做伦理，也当偏偏哈。所以这个现在天生好多这个经验呢。会当听他的，拢总会当接受咱一贯的，就是因为咱无叫人离开这个社会，无叫人离家庭，所以共享的人地，所以因为现在一贯的普遍，传遍世界现在是108个国家，哦，有58已经有申请合法，所以今年这个马来西亚，你想马来西亚一贯的总会，哦，啊，今也是五年会。啊，伫啊，做闽，伫即个啊，做印尼闽南成立闽南分会，因为伊也正大有装备啊，所以做成立闽南分会。所以在个咱这个大道已经普遍的世界，所以咱叫做这个大道叫做世界性，也叫做国际性，唔是单单大众人咧是，包括非洲，包括美国，包括英国，包括其他的国家阿拉伯，伊都足相信咱去关注的这个文化。哦，所以这对是一个功能。也看来这边，业三性为面，甚至个三性，三性就是讲咱老祖宗、师尊、师父，师尊就是这个话来转世，师父就是咱观音菩萨来转世，所以就这叫做三性。所以咱今日听的是一是的这个印这个三性的为面，就是叫这个道统传落来。诶，这个一代诶祖师，这个慧念化众和合，哦，化众要化众，要度化众生，咱来有和合，就是讲和而不留。所以讲，这个世间虽然咧交世间人做一些修学道，但是咱和而不留。东风，哦，人讲东之风，东之神，哦，和风同尘啦，吼，和风同尘。所以咱交世间的人相共和合，但是咱今修的合作，咱有佛规道纪、佛的规，所以咱即卖即道有修五戒，叫做佛的规。好、哦，咱若有顺这个戒律，自然咱人生伫这个修道的范围，咱就会规过了这个规矩。啊，所以佛规道纪，规就是佛的纪，规道纪就是讲咱的这个儒家这种纪，哦，方式是讲纪。所以咱成日咧讲规矩，规矩就是讲，大家我爱福官，阿大爱福，所以官员阿大福，哦，叫做规矩，度乾坤，安尼才度咱世间的这个男女乾坤。即另外一点边啊，即两句，杀刀剑刀落，破船劈船，为人赎身团。哦，即两句讲咱师尊应官，当时伫这个来做就是呢，17祖师。17祖师，伊吃把迄个刀穿了师尊了后，伊叫伊转去山东开封，所以山东伊也就动怒，哦，啊，破船一贯开始，一贯就伊也开始，哦，啊，慧命属心观，这个慧命心观就遐正常了。啊，这边一贯，这边啦，发现最近大会三元殿会培养年，一年一年，唔是贵啊，年。就对了吼，啊，这个就是讲发现，这个就是讲师尊普渡的山东，师母见闻
还可以数番数番。啊，所以接着接着已经因为未来咱将来这种以后的中华大会，咱大家拢若是做听捌听讲中华大会一句话无？未来中华大会就是伫西川，啊，所以把它叫西行，好、啊，下讲把它大会西行就是四川啦、啊，哦、啊，啊，后来叫西川，所以过程是先四讲个呢，公发叫西行，大会不是，规划四川和金市，未来北海庆丰门。桂林北海庆丰会，这就是在讲中华庆会丰会会议的时阵，庆会是某一个所在，所以才讲大会三元庆会别样面。好，这是这个最简单的一个意思。好，来，先进来，先进来哈。咱这个十四代祖师哈，也大家讲这嘛是咱一贯的咱今仔日咱家的这个文化。好、哦，啊，表示讲，咱这个一贯都是自历代祖师有师祖，唔是迄个无师心的就对了吼、哦。所以咱这是有师的师传。啊，十四代祖师，若要拢总介绍甲了，然后这一波介绍会了啊，每一个一个介绍一波介绍会了。哦，那么呢，咱现在就是讲，它简单，它整体化，啊，一寡重点甲恁介绍。安尼就好啊！吼、哦，咱即阵叫做何喜金龙，所以即阵叫做东方，吼、哦，东方第一代祖师叫做何喜先生，啊，何喜先生，啊，啊，因为咱有个人叫何喜大德，啊，你为甚物叫做何喜先生？吼、哦，未先佛也是先生，啊，啊，所以咱拢讲啊，做大法叫做先生。凡是东方家的那个是信的，啊，所以第一代东方信的，就是佛医。第二，这个是金龙养的，啊，这个叫做先万恩的，这个叫做萧何北的，这个叫做专雄先的，叫做佛的。那么这五尊，我讲什么，我就讲一个经验啦，吼。当时黄秀敏黄立法委员带叶世南一个博士来到遐，我来讲先讲先对人解释。我是这个解释讲，这个历代祖师伊就甲我讲，啊，这种假啦，拢骗人个啦，哦，咱中国历史话拢人写啦，日本个嘛拢安尼做来啦，无事实啦。哦，迄个时我来甲讲，其实啦吼。那日本的无事实，先我有当跟你讲，要是咱中国的历史讲这无事实，我袂肯定，我袂接受。好、哦，安尼啦吼，我讲我袂接受，这是咱的生命上底，但咱看不到遐，了解不到遐，所以咱家甲讲历史拢都甲我讲，讲这种假，安尼啦吼，所以我来甲讲，我话啦，内心上不甲平衡啦，我讲三句话啦。讲细卡，吼、哦，这我不可故意害者，苦矣呀！讲这细卡，你不知道不害，你若不害，都害到我，我害我就唔怕的。因为一心都拢伫迄个心啊里面啦，你若不害，你害吧，对不？哦，若有一日我大水顶起来，把我漂出来，一去到你若伫咧下面去发害，嘛是不能的。好、哦，所以你要讲。这话不可故意害者，苦矣呀！哈、哦，这下场不可故意变者，重死呀！下天的堂，你若讲变，伊讲我唔知，我唔知，迄变成做啥唔知。就亲像咱新加坡的赵清辉，刚来台湾以前，伊讲啊，恁台湾气候，喏，我阮台湾真寒哦，迄是寒衫哦，又啊寒，坐坐安怎，我唔会晓讲。不然我看这个人我跟他说啊看安怎看我不敢因等下他去感受因为等下这里看哦哦看这太好吹气也烧汤啊牙齿会打架有些金发发的牙齿会打架哎然后这里看吹气也紧张啊也就是说牙齿会打架牙齿一动啊我看你看这些牙齿啊
所以今天哪里打你都不够啦，看一下只会打架，哈哈，你别再看了哈、哦。所以我也是甲讲安尼，讲讲世上不可无以兵者，重视者，确实不可无以道者，所以道。确实就是讲，这无受着正当教育，无咱中国文化传统的人，你甲讲道，伊讲我。所以教就是伊的教育无够，安尼啦吼。所以我系讲，安尼可能咱咧话博士会听啦吼，啊就同我就较无一直反对讲，即种病啦吼，安尼啦吼。啊所以安尼以后我来讲，讲自咱福气啊到这个现在，经过差不多1100万，你讲1200，一个月你讲1200啦。那这1200的当中，无形中五行相生。所以五行相生，啊！所以咱中国为什么甲咱制定春季开始，一年开始对开始，春季开始，啊！所以春属木，属冬，属春，所以春天忙正树木就影响向着，所以第一个性格，第一个这个历代祖师就对伏羲开始，所以伏羲叫做东方天帝。东方天地，伊属东方天地，啊，因为伏羲属东方天地，伊属木，木啊属土，啊，因为木会生啥？木会生火，对无？木生火啊，所以木生火叫做神龙降地，也就是神龙降地叫做五谷王，所以呐，咱也去庙里看啦，五谷王。迄、那个面上红的，迄个五谷王；，伊若面乌的，叫做药王、药王。所以迄个叫啥？迄个叫神龙四个特，啊，神龙四个特。只要伊知影讲感冒不毒，感冒不毒啦，所以伊嘛只要感觉是喜欢乱毒，所以伊食感冒食一个煞面乌的，哦，啊，所以若要甲讲个，咱若去面上看到迄、那个。上后面的就是药王，好，接下来看到方面呢，就是五谷王，好，安尼就对了哈。啊，所以呢，这个阿怪为这尊廿七岁的，这是叫做五谷王，哈哈。啊，阿吃药草的，迄就是药王，啊，这个药安尼分别，哦，阿那个伊啊过去中国记载是讲五谷王的，现在这个药王的速度是琉璃多的。留意到就透明的，透明的，所以吃什么物件就看，会知影迄个气行到底。所以伊呾发现迄个药啊，吼、哦，啊在做解决咱这病症的这个病苦，吼、哦，啊所以伊国会来看，看甲迄个感冒啊，迄款药草啊，只要中到病苦的，遐个毒会来行行到底，讲行到尾椎，行到尾椎啦吼，尾椎。公斤一米一万，但是呢，比比出，哈哈哈哈哈。哦，伊安尼，头安尼讲啦吼，啊，为啥为啥这咱唔知影啦吼？哦，安尼吼，所以这神农叫做养地，啊，啊，这木来会生啥？木来会生，啊，哦，火来会生啦，火会生土，所以乾卦叫五地，五行中央五一套属五，哦，所以乾卦叫五地，啊。一分地当然伊嘛发展足济啦吼，哦，而且咱大家学习就较知影，所以咱即摆现在，咱现在人大家拢讲，咱做炎黄的子孙，炎帝甲黄帝的子孙，炎黄的子孙，咱是对啊传啊安尼对，哦，啊所以黄帝了啊，黄土来会生啥？会生金，所以交互这个金天地叫地地，好、哦。金会生水，所以专属叫天地，哈、哦，天地属火，火地，啊，所以叫做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啊，哦，安尼叫叫做五地，啊，到天到家，啊，这里呢，地壳，啊，叫做二地，啊，叫做地壳啦，哈、啊，地壳，这里就是哪呢？这就是，这里一尊。这个孙，哈、哦，哦，安尼五弟的孙啊，哈、哦，五弟的孙，哈、哦，啊，
条啊，啊愚蠢啊，啊邪恶，这三个就是咱大家咱一般人咧讲的三界公啊，三界公咧讲得到无？到将来提到咧拜神，讲拜三界公，三界公嘛叫做三观大帝啊，所以叫做了损物啊，了损物。咱即摆得到，咱即摆得到吼，上天老母娘并三界公了损物，甲咱地府救命天主挂哦。所以咱即摆若咧得到，迄、那个用天表文拢讲，即摆请三观大帝甲咱起天堂地府，起天堂，天堂挂好地府救命，就是讲三界公。三观大帝所以了损物。就是咱今日切到这块三界公，那因为呢，咱即摆咧讲，这个是一边接着对伏羲、啊金龙、天官、啊这个萧何、啊专玉，吼、哦，安尼落来到遮，安尼这个高诶。那么呢，由遮来甲介绍就讲，咱今日咱了解，这个咱中国诶道统，中国诶道统甲这个修冥冥中。有五行相生甲相克，所以头啊相生运，尾啊相克运，尾啊相克。所以咱中国的历史，咱若以人格长甲看，咱就知影。所以人讲，人迄是我最近看文书写讲安尼啦吼，因为人个眼光短，所以吼看袂远，所以啊个尤其目睭生个头型，所以拢有看别人，无看家己，所以见人甲做正。予咱自明，予咱自明啦，啊，就做行，予咱看，咱家己讲，我到底是对个歹啊，做掉歹无做掉，清净无安怎无，好，安尼吼，只当以历史，予咱，因为咱拢无迄个智慧，所以咱无智慧，所以唔知影智慧，所以才用历史，予咱增加智慧，才予咱怎样讲，到底迄个。这个叫做历史的兴衰，兴甲衰啊，福甲祸，互人办。所以因此呢，才做这个物件。所以咱来一当以咱中国历史来甲看，安尼呢，自然就知讲五行相生甲相克。所以从这开始是相生，到转向，这相生。各位先生哦，咱因为发咱。以这个建设方面的环境一路走过来，就是咱刚刚咱破例时，他把修道的经验分享到会开始假做些民工地的经营，好，也算是呢一贯大环境中，也当中常难得的资源。你把他修道的经验，我们道场的文化，以咱这个自己发挥的来去展现。好，那么给其他人告诉阿三先来参观了。以认同空间的用抽象的东西来形容长者的风范，而且我们突破传统的事情、那么这个展现的经验，以形容我们孙文老大人的德性哦。他一点，他就是拜得万众朝天，那么咱怎么夸这个万众朝天哦？而且万众朝天的主题哦，也提干，好的是咱孙文老大人哦。这个三朝古都天下，宋生的一个经书，那么以这个主题，是咧彰显讲，人咧讲，家住天下咯，唯有修道不可以。但是咱若要修书来传达，咱无法度找这条路，所以伊家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一个孤峰，山的孤峰吼，那个。三朝古书天下名著，这个天命的宝贵，啊，所以你把这个千山万岭哈，星星哦，星星云云的众生，哎、啊，原来这八位的颜色是用蓝色的，蓝色加白色的搭配，那其他的这颜色哦，是灰紫紫的，咱见长得秃头，
人类不同肤色、不同种族，啊，诶，文化普世拢共款的共识的，所以类似哦，金三朝古都的这个含义。那么万宋朝天，啊，伊的这个书法啊，它依据咱哦老师的这个书本，啊，咱修的这个目标，啊，来做相互辉映，所以伊把这三位内底的书法衬托出，哦，咱这个。一句世上话在讲咧，做事不由衷，累死你的武功。就是讲咱啦，尽量的放过，啊，是修行的过程当中，无是着名师来实际践行的话，就是真像咱在讲咧，做啥货代志，毋是用咱的本性来做咱的主人翁，用咱的欲望来做主人翁，啊，所以咱就失去。以咱这个得得得了后，啊修得一个宗旨，所以咱的目标哦，就是这个咱的成功的范围。所以当咱是曾经有段时间看到一个大学生，因为着伊行动变化，啊是用手的，是用手的，将伊的行动啊送出去，迄个是因为伊的哦人生的目标伊无垂直。他好有功来做主，没有让我们的本性做东家。华山山老师啊，曾经讲过华辉，要马前进，一日万马奔腾。就是讲说，咱所有的成就，你所拥有的东西，你越尽量要清楚的听，是不是？往前在奔跑，发现好像辉煌成大，咱的。成就成为咱的这个事业功德，但是当有一天你驻足回首，原来尘土飞扬，就是讲咱有一日你进来了，你发现你所拥有的，那是无修道，无去经过修道的这个过程，你发现这一切，伊就是亲像你尘土飞扬，就是你家己的感觉都化马分成这样。华山一九这个万众朝天啊，形容讲咱的这个经过修道过程的，是咱九阴虽细，咱的本性现出来了，做我们的主人翁。华山修的那个飘，还有蛋吼，是咱这个修板的这个漫长的过程吼，达到一个最终的这个第一百次，哦，了到这个真实大事。哦，那么这个。今天的大话吼，因为伊内底文字吼，有加着咱一目了然，咱去看吼，咱就用时间吼，多一点吼。各位同修啊，各位姐妹吼，咱即摆要介绍的这个九龙道介绍器吼，咱若一般伫这个庙里，咱若一般伫庙里看，就感觉这个九龙道尔啦。九龙图，无这个无啦，只是咱一贯的叫做母老母的母，上天老母的母。遐为什么我会用九龙团号，这个叫做九龙半母图，九龙团号图。那这个九龙团号图的原因就是，意义就是讲，咱这个古早过去在讲吼。人生九柱，人生九种镜，人生九柱，啊，各有不同的品质，各有不同的品质。那么咱今仔日上天生咱人，咱嘛是龙呢，所以咱大家拢讲龙是传人，咱今仔拢讲龙的传人，咱话那龙，但是因为道的数就是众多啦，数。咱若以数目吼，数就讲足济，到就是讲数上济数。那么上济数是人，所以人上济。但是各人的品性袂当相同，所以有好人有歹人。那么因为过去天道普渡这因缘呢，是干呐上等人会当得到，下等人就中等人就没有办法得到。啊，今仔日天道普渡这因缘。就是讲上中下阶层的人拢会当得到，因为呢，所有的这个众生
将来到活好去着，三时末节，就是讲拢大家会当归归老母的迄个所在。所以今仔日无论讲咱是上顶的人，还是讲中顶的人，还是下顶的人，凡是这道你有诚心要修，后日拢会当归归老母的所在。所以这个叫做九龙伴母，伴母吼，会当将来大家拢会当归归咱无极以前目前老母的迄个所在。所以希望咱大家得到以后，大家好好修道，安尼咱就我个人后日会等于目前以前，吼、哦，这个是九龙伴母图的这个在大概的含义啊吼。啊，既然要讲龙生九祖高精鼎。伊是什么灵？什么灵？什么灵？先看记载哦。啊，这后日咱大家落去，大家就讲，恁有要做资料，后日大家找大家做记载。那么是无咱知影讲，原来这个图大台含义就是安尼。好、哦，安尼自然咱后日咱就知讲哦，原来这个要做的是呢，九龙伴母图是什么意思？啊，咱但是一般别人看的是一款的吉祥尔。哦，其实九龙要出现足少，九九龙要出现足少，所以为着迄个庙，为着要下当天出地方，一支金庙的迄个叫做吉祥，啊，所以用九龟龙代表迄个吉祥，大概迄个尊严。实际上，咱中正纪念馆、中正纪念馆，伊迄个人伫两边边咧拜，中又爱用九龟龙，吼、哦，啊，但是迄是喜欢。代表伊个尊严，伊个威严，吼、哦，啊，代表伊个迄个做吉祥。伊无像咱今日有这个寄望，就是咱个意思，就是讲希望众生都能回，拢会当归真净宝，回归到我们本来。好、哦，安尼做台，咱即马直接。安、啊、这个香，咱这个香，这个宝座，这个牌坊，吉祥二十字。天明上帝无量天地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有尊大，啊，大天啊，这两句诗，这边啊叫开朗心，心明心中心的性质，调和心灵尊大，啊，啊这边啊叫各种路一贯循环，慧明心观，心修如何性成，啊，这是两点的这个字的这个含义。啊，咱就是呢，这个人世所含在，就是讲用着咱人间最吉祥的物件，拢当认真。所以，咱有一个好方向不上，但是为什么人有一个好的天啊，拢有一个分分而动，得分同顺应，波同顺应，也表示天地阴阳，所以有阴阳就有道。所以阴阳的生万物，啊，所以叫做分布自动，叫做动啦，啊，叫做动啦，唔是，像迄个唔是动啦哦，迄个顺阳顺阴，顺阳顺阴，了后天地阴阳交合，得生万物，啊，这是叫什么呢？吼，它是有一个无形无相，啊，所以所谓形象用着。宇宙天地的灵气来啊呈现这个道的尊度，所以是这个咱这个世间有五灵，五灵就是有壳、有灵、有物、有魔、有感，所以这五灵，五灵上界大的就是壳足，就是咱人，壳足是养个壳，咱人。所以咱人的种就是性命，性命是种，所以性命咱是要看，吼、哦，咱嘛不会好被人看到，无啦，好，咱做对做无性命，但是咱无法度咱财富不大，吼、哦，所以讲下，虽然讲财富一般无发达，但是我们还是性命，理性是无变，吼、哦，性命也无变啦吼，所以只是讲下咱要做福气，所以呢，性命。来着灵，所以灵就是最吉祥，啊最有灵气的物件，所以用这个灵。啊，这个灵呢，叫做九龙伴母，啊，
所以酒量较好人会酒量较好，我讲对吼？酒量较好，所以去到尾人较好。但是呢，头前边三头前三尾边两尾目睭看较低，就是讲看近的，所以看较近的就是那孤证。用一尾翘头观身，就是讲你爱长所远处。因就关系，既然人工有人看上去，好，这就是咱标准工这一点的来对。噶那嘛，风，风就是啥呢？风就是咱这个风就是结上的鸟类，所以毛竹就以结上就长不竹，所以风有五种物质，风的五种物质就是第一就是非结实不结。肺肉色不立，肺肝胆不应，肺五脏不虚，肺腺分不平，所以有这五不。所以风是咱世间最吉祥的物件。为什么来讲肺结不息？肺结息不息，所以就亲像咱今修行学道，咱若无所结无结，无讲存无人结何肺结？所以肺结息不息。肺肝胆不应，无肝胆无应，所以啊，有块红红的饮水，这个肠一定变硬，比可能比即卖个迄个气质较硬。好，这是我咧想啦吼。一分热气不应，那分热气无加，所以为什么讲无热气无加？所以过去咱中国有一个啊，做的是呢，一个何素碧，哦，恁大家拢知影吼。迄个何素碧就是有一个叫扁鹅。有一日伫迄个山里看一只凤凰，就是迄个石头，所以伊知影迄个石头就是宝贝，所以伊才下定要进入伊个国王。那么这个国王，迄个时阵的国王呢，哦，伊唔捌，发觉就叫伊个大臣，他原来大臣来鉴定，这大臣来鉴定讲，迄个石头无值，这吼无宝贵，所以皇帝讲。这个扁鹅欺君之罪，所以才剁一下，石头下面，一旦拜托朋友们用去山顶，山顶了后到这个皇帝府，王爷正前，伊阁把这个石头阁搬来了这个皇帝，这个皇帝我阁叫天爷甲财务来看，看下讲哪些无够的，所以才剁一下手，哦，啊阁搬石头下面，所以到尾就怎样，就是砍一手。所以伫遐，每日从啊伫遐咧哭，甲这个皇帝要死，换伊个囝要上位，伊个囝拄好去他那厝遐做，听着这个人在哭在哭，足哀怨，伫遐在哭，原来就是因阿公因老爸为着要争一只石头，安尼就咪争一只脚上去，所以伊从啊气上来，伊就无叫天爷再来看，总之无条件甲我看，破了他有影，所以迄个天爷再到尾啊。真正来说，是高阶，所以这高阶大为了纪念伊个名，搭这个何素碧，何素碧，也是扁鹅，所以这个何素碧。哦，啊，伊是修完了后，这个碧才到九国，九国，啊，九国就是这两个九国的国代，第九国做的什么国？九。所以咧，大赵国做晋国之宝，啊，因为孔伊伫这个叫做晋国之宝到周啊，秦始皇下个古道，伊知影讲哦，迄个何素碧足好，为着要爱这何素碧，就我晋国大，啊你赵国小，就甲伊赵国讲大个，我十三城甲你换迄个碧，吼，迄个吴振东你来十三城，你碧给我了，我后日我派将要甲你攻打，你管在城外。哦，啊，所以因此呢，赵国嘛，大家讲，这个天嘛，何晋何晋国起，无阿多朝得上来，所以才问天大帝大臣，讲什么人加起这个天之后，还是十三城，各这个天未使留下，人上无国安国起，啊，到尾啊，人上无，这个天无开，各十三城才换上来，哦，啊，到尾啊，才能出城以后。完全不掉，还璧归赵，
翻这个撇个骨头骨，啊，这是一个变故啦，啊，啊，表示讲这个撇肉的骨头，那么第二个它的骨头，它里边的骨头，啊，进入什么什么什么呢？大家知影哦，什么是印度的第三太祖？啊，因为伊做太祖的时候呢，伊有这个书，有这个书是国书，伊就问一件太祖。讲世间什么上宝贵，所以大汉太祖就讲：宝珠宝上宝贵，珠宝最宝贵。第二个就讲金钱上宝贵，好安尼啦吼。啊，干那贵重什么？伊拢无讲遐，伊讲哪呢？祖先上宝贵。哦，其实讲起来，咱祖先比这些客家较宝贵，但是拢家己发出宝贵的物件，即。到底哪些咱是干的？所以咱这个马蹄是上爱放，你古代这个的祖先上爱过的，就是像这个石头包一个壳，这个石头我叫无极，所以我感觉过的，你不包一个壳过的，啊，所以咱来讲，我们讲这种何树壁，啊，所以说红黑灰就是不离，灰锅同不起，木锅同不休。他为什么在讲无动无休？因为无动，就当时何以前看凤凰鸟是无动，伊就甲鸟去争无动的争波，甲鸟去打仗啦，伊就甲扯好绳，扯好绳，甲分手打仗，一只十二笑，他说一只十二笑，甲动的声音，头啊在落的动音呢，中间。千罗混合，每一十千，所以伊就出头一十叫地，每一十叫天，中十叫地，所以天地用中十代表十二，十二代表咱一年的十二个月，三十六，一年三三十六，代表一年三百六十，啊，代表一千三百六十，啊。今日初中得七度水，度二十四日，海车流度二十四日，应二十四期，其他的量我得合七十二日，叫应七十二河。好，但了后呢，你再从七十来个做事情，做事情咱的感情，会多些不要来，所以做事情，这个多年上不久。一支琴上太低，哦，啊，所以迄个多就像一个叶啊，就是走路；一头就像一个叶啊，就震动。哦，啊，这两条线，一线就是落的，一线就是新的。所以咱古早的情人线，未成几条线，未成两条啊，现在嘛两条，现在嘛两条啊，所以变情感。那么因为用这个青纱做了后，经过红衣经过了黄地了后，哦，搭来天三条，天地人本来是天地人，乜叫是条人？今日了地，搭来用五条，剑魔剑魔人，剑魔人得五条，到了本王天正第二天王开始。以哀怨甲了母亲，哦，啊，到母王要发生事了母亲，所以到尾啊，这个情的线拢都切掉，叫做文武七言情。所以咱今嘛现在音甲音婚姻七言，好，哦，所以就不依然按照这个规则那里讲，好，哦，啊，所以红红，好，哦，这音啊音接的是红红。啊，啊，凤凰家是代表着这个气象非常的祥和，所以无论讲明也好，凤凰也好，若无太平天地，无太平天地才会出现。好，啊，所以天下凤凰，个人就是好，好就是好就是好，天好，好好的意思，所以好修行，伫四年的内底好修行。孤修品都是那些，所以代表定了这修行的名啊。所以也希望公干家好好做修行哦，要不要的几年，几年哈？
麒麟，即摆麒麟有两种吼，那麒麟无开嘴的叫做麒麟，有开嘴的叫做蚕蛹，蚕蛹，是啊。所以麒麟本来，麒麟要讲系真性哦，伊足灵活，所以伊脚底慢啊，所以所有摸足的种就是麒麟种。啊，虽然伊足灵活，不过含火、含灾、含白，迄个生命中恶的动物伊就惊。所以讲仁者无敌，人家无敌就是安尼。啊，所以麒麟伊个朋友用脚包倒。打包括所以麒麟就是说伊的脚伊就是人所以足过骨所以打靶吼对咱啊火炉啦灰心啦拼啦啦什么啦物不只是过骨拢伊的脚底吼但是呢这个麒麟呐是开嘴顶管有些语言代表字吼代表字在这界咱人是能通所以伊已经我才说讲，伊若开嘴，表面吞进就是叫做痰湿。伊若痰湿吼，伊讲痰湿头嘛要食，吼安尼就对了吼。所以是咱中国吼，这个孔夫的厝啦，伊的门口，伊的迄个台埕门口，都有一只麒麟，甲树根尾要食伊。袂错，你看做迄只麒麟叫做贪心，贪心啦吼。伊就讲，伊就只有啦，世间的各个拢有迄只有啦，贪心头尾来吞落。迄个空度咧，各界的子孙难唔贪。好，安尼对啦吼。所以这个麒麟是安尼啦吼。啊，所以若要甲讲起来，我即摆就来讲伊的结果，同埋讲伊的这个。伊个结就是叫伊死，所以因此呢，咱也是当好发这个要做的是呢，基因的因，哪呢？咱也是当先修这个人因因素，好、哦，这是咱这个基因的这个效，好、哦，啊，搁两个字啊，完成这根路线做，完成这根路线做，人家一贯都有好发，好、哦，一贯都有好发，他基因完成这根路线做。咱为一日啊，打起来，一个画面是讲，啊，关键这本在无廿外多，吼，那是是炎热迄阵啊，风邪七方的，或者伏魔大帝，伊就廿外多，这是气天时，吼，啊，就是咱今日尊重，咱有一个好良善的心性，金发吉祥。这个外相，这个外相，吼、哦，所以是老母娘先有伊，伊就先有咱这讲的带刀护卫，所以带将护卫，袂使去掠外刀，掠外刀是天生的事，啊，所以关公都掠外刀，啊，跟吕先做还是一个将，啊，我为了讲啊，吕先做还不将，你讲一个将哦，我当救你，我将天天想着救。哦、所以讲，祖先做的才降卡不才降气，其实先天上的慢慢在修炼，加一级一级，哦，人有人在问讲，乾隆啊，听讲你这个讲，会当千里之外传人头怎样？祖先做讲不一样啊，我是讲会当千里之外传人头，不讲祖辈，我嘛讲祖辈，那讲千里之外传人头，如果我无你肯去讲这样呢？伊讲我是讲管三项，第一管参与，第二管信任，第三管传染。好、哦，第一管参与，所以咱人现在是讲起来，也是着足大个这个啊，做的是呢，哦，这个痛苦就是参与，所以人的人生参与无限，哦，一参与，所以参与来等，第二就等啊，第二就等信任。因为咱种个点是这个世间，有当时一个点个亲人有关系的，就是讲，比如我做一个比如，有当时啊，我食足个高丽巴掌，对身躯无啥感觉有好处，也无感觉遐药，但是若一饮一滴滴个毒药，可能吼、哦，
都在积极嘛，好、哦，所以才讲了说呢，那人生啊，这个情作不一样，有人是要父母生咱，生咱是咱养啦，有人是要叫子女换个强度，迄、那个囝永远是父母的负担，好、哦，我那个亲戚呢，有人是要养子养女的经济担，亲戚。是甲死，有当时啊，阿妈讲我亲人，是甲死，哦，啊，所以咱这个亲人来无效，咱亲人若无无效，后日啊，咱死会去做做毒蛇，做蝙蝠，一口就要给你咬死，好、哦，啊，所以咱在化出这个亲人，好、哦，所以才讲讲前期断亲人，第三断烦恼，因为众生为什么有烦恼？因众生的烦恼。就是因为众生见识，众生见识，人可为乐，人见恶为恶，人无常无常，人不净不净，所以众生老烦恼。好、哦，啊，所以烦恼无起，首先要人间的定论。好、哦，啊，所以祖先做含义就是要转三行，啊，希望咱大家都有这个智慧者，会当转去三行。这个是地主家，好、哦，安尼啦吼，咱这个在这个大海的地主人，但是呢，对东条开始以后就上天，上天五行上天倒变了，所以东条属土，东土咱古代人讲唐土唐土，东土东条属土，好、哦，啊东条属土，啊土气哦，宋条。东条叫宋条命，啊，宋属木，木克土，木克土啦，哦，宋条属木，哦，啊，宋条有影属木，我雕工艺，伊一支武器叫做出鸡尾棍，伊无掠外刀，也无掠长枪，拢无一支鸡尾棍，所以雕工艺伊个成属木，所以伊掠一支鸡尾棍嘛属木，所以人讲雕工艺一支腿打遍天下。打遍天下，所以伊建迄个国家，就是一支建立稳定啊。好，所以伊属木，啊，所以宋朝的皇帝拢姓青，一宋朝的皇帝拢姓黄，这黄属土，啊，青属木，所以木克土，所以宋朝叫宋朝灭，啊，宋朝叫做一条灭，和元朝灭，一元朝。咱较早来咧看读册，读册，拢讲十七、十几、读真真，吼、哦，吼、哦，啊，十几是宋朝啊，吼、哦，啊，真真是元朝啊，吼、哦，啊，所以元朝，就叫这个宋，叫宋朝，吼、哦，所以这个时阵咧，咱这个宋朝就叫元朝变，吼、哦，啊，元朝，啊、哦，元朝叫做一条变，和明朝变。一明属火，啊火克金，哈、哦、啊！这个明朝叫这个做什么？叫清朝灭，啊清属水，啊水属火，啊清朝叫中华民国灭，啊中华民国属土，啊土克水。我安那无讲个清朝这个国家这大，国父这个人起义，那系先讲啊国父这个人起义，伊家己也是也是那呢，也是中山，哦。就是中山嘛，中山就是下山的，哦对不吼？啊山属土啊，哦对不对吼？啊土克水啊，所以人讲兵来将挡，啊水来土养，哦啊所以中华民国就是克这个清朝，哦安尼嘛无，他在他们俩这边，这边这样要抬到，可能人讲一个国家叫一个人变，哦啊所以这个叫五行相克。那么五行相克有影，这个五行的相克无，确实嘛有影。所以这是我看古册，即摆抄的古册啊，吼。伊就讲当时东条李世民要去征东，要去征东啊，吼。李世民征东，伊派这个做什么？不治中，啊派这个金属宝，要挂水拢无效，要挂水拢无效啦，水拢征袂赢啦，哦。啊，就来找东，找四英贵。啊，四英贵就白虎请来转世，
也解说过是青龙是来转世，则青龙行地府，故个地府出青龙，啊青龙属木，啊地府属金，吼、哦，啊所以因此呢，四人贵金金就对啦，吼、哦，啊就四人贵金丹，啊四人贵金色也是，因为四人贵金色伊是地府青，甲伊金色属金，所以伊受金气。帅可以帅的啊，所以到地府官四年为四年地府官，这样是也绝地，也绝地啦，哦，啊，所以伊到遐四年地府官，所以四年为精帝，但是要精帝爱当爱四年当，啊，四年当是什么车来转的？金牛车，咱天顶是叶车，叫做金牛车。金牛车来转世做四金丹，啊，因为金牛车金是五金之首，五金的金嘛为重为首啊，所以伊来转世得到迄个金气的助，金气该助，吼、哦、啊，所以伊四金丹去转世爱得到含泪花甲助，啊无伊嘛见面啊，所以到尾啊。含泪化作四金丹，这个大家都知影嘛吼，哦安尼吼，啊流通扫法，你扫法就叫流通气，若无流通气，白扫会扫袂平，啊百分之不属水，啊流通四维属流属土，所以水气、土气啊水就点呀，吼、哦、啊所以这就是咱中国古代一般过去古代的时候，什么人挂着咧，底下做因个咧咧做一只。哦，啊，所以明明叫我今天起来来讲，就是咧证明讲，今咱天道这个经文嘛是确实应这个问题，应这个问题。所以到现在，哦，到现在，自然中咱世界吼，自地而造成的十九世纪，十九世纪都行西方的应用，十九世纪行西方的应用，所以咱确实。第十九世纪是用咱中国人，因为所以咱中国人就是呐，咱中国就天朝，所有的国家其他的民族拢爱来调伏，但是到十九世纪加入西方的因素，所以开始西方人感觉会发达，农业的改进感觉会发达，所以迄个时阵呢，吼、哦、应该讲，迄是人伊，迄是一个推论啦吼，那你应该讲。当时十九世纪就是爱英国人统治起来，哦，所以英国那叫做，还真啊，国不落入的国家，哦，入不落国的国家啊，哦，所以现在讲是英国的英，但是英国伊吃得了那个道德，所以用鸦片践踏中国人，所以到尾啊，伊的运会当得到那个证，所以啊，转入美国的。啊，所以今天的一挂科技的物件拢英文吼，刚接这边往去英国来啊吼，所以其实讲啊，到现在咱到现在嘛，拢阿个美国西方的英文，吼、哦、啊，迄时咧，大家都在讲未来是二十一世纪把咱中国人的英文啦吼，也、哦、希望讲，当然咱中国人英文嘛是讲咱要去进化咱的天啊，就是因为咱有咱中国人的英文，就是这个道统。要重建起来，这个大国要重建起来，所以咱今仔这个时代有英文，咱大家有安尼比较了解。吼、哦，先讲为什么咱即摆来讲现代史？现代史就是讲咱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打中国，伊从台北开始，罗华桥嘛吼，从台北开始就来打，安怎势如破竹，所以在东北。上伊木，啊！日本人是东洋，东洋伊嘛上木，所以日本人爱困榻榻米，爱困木做诶厝，爱穿木屐，哦，啊！因诶物件拢爱木，所以因日本人本就上木，啊！佫爱木，所以伊去木器诶做工，所以人讲，伊就是木叫做木，两木叫做林，三木叫做心。哦，伊爱讲阿哥木是王，阿哥伊他大约当上诶，迄、那个气势吼，会使讲上座，所以伊他大约当上，势如破竹，
但是呢，下昼地拍到中天，拍到中天，中天是咱中国的半岛，叫做四川，叫做四川。好，啊，四川遐就有金市啊，啊，金就缺货啊，所以才卖入到四川啊，到遐就进去啊。啊，所以因此呢，伊到四川就倒去遐，无法度来过进去啊。好，尤其伊到尾啊，去投资进入甲做条美国。参加了第三次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好、哦，迄个时阵呢，美国就投降了，因为金缺货，金嘛缺货，好、哦，所以这就是讲现代史了吼。第二个讲搁较现代，就亲像讲美国人去越南，啊，美国人去越南，那美国来讲，美国的科技甲伊的人员去越南当时，发展伊按讲三个月就要甲美国竞争。唔单讲去到遐三年，四三十多万的美军，搁开三千几亿的美金，无法度。一挂飞机武器去到地方应用，应用武器的。所以到尾啊，美军去了，伫越南是吞口刀就是断去的。那么为什么伊去越南会遐尼啊差？原因就是因为越南缺货。所以咱讲越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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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越南货愈强。所以这个危机大好比较给他应用不用不一定、哦、所以到未来他就无法度打这个叫美军中国人企业的上切的黑军那么如果再说来说越南当时打美军他想拿那个不用听大陆的他就不听大陆的所以不听大陆的邓小平跟华东就诉他的兵打台湾人一礼拜放到荷兰四十日，所以到那阵啊，跟越南的总统导航，讲好听你的话。所以他为什么代表他越南？越南会遐紧的导航，因为代表上课，他越南上会，啊，请头脑会修的地震，地震啊，啊，头脑会修的地震，他的功用呢？所以越南如果怕有用、哦、所以那就是说上切的这个运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这个天地有有冥冥中我们前头英文到今天这也是一个运如果不是这个运我们没办法、哦啊、当然我说的这样之后现在换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国书他就问我说、啊、这样我们台湾叫台湾怕是不是不过这条你应该去听这样不好你自己听啦吼，啊，阿恁讲，伊嘛问我咧，讲伊今物听了我讲了，伊就讲，吓，阿恁不如破哩吼，所以就话，阮阿人喺台湾就代表拍听一组，哈，对啦，哈哈，啊，阿恁吼，你自己听就好。哎，这把叫万众仰视哦，是咧，天佑咱县长大人的气节哦，就是咱这道的，这道的这点声。